啊，报告委员会出席为11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请宣读第17次及第18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2会期内政委员会第17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5日，上午9时3分至12时47分，下午22分至5时32分，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怡姐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23人，列席官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等，主席赵召集委员天麟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记8案等6案。本次会议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报告，既由委员赖瑞荣等16人提出质询，均经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及所属等及其答复说明。另由委员徐祯蔚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三、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记8案。第一案决议继续冻结200万元。二、第二案决议准予冻资300万元，其余继续冻结。第三案决议一冻结200万元部分准予冻资。二、冻结1/4部分准予冻资250万元，其余继续冻结。第四案决议准予冻资150万元，其余继续冻结。第五案决议一冻结500万元部分准予冻资。二、冻结1/4部分准予冻资500万元，其余继续冻结。第六案决议继续冻结200万元。第七案决议继续冻结2000万元，其余准予冻资。第八案决议继续冻结500万元。四、第二案至第六案另定期举行会议处理提案散会。立法院第9届第2会期内政委员会第18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8日，上午9时8分至12时7分，下午20时53分至20时55分，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曾卫等15人，列席委员陈委员、欧珀等21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陈召集委员超明。主席宣告，另定于下周一12月12日下午，本会第19次全体委员会议继续处理议程所列各讨论事项之预算提案散会。宣读完毕。好，那请问各位委员，第17次及第18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请继续报告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二，邀请行政院秘书长陈美玲、内政部部长叶俊荣、教育部部长潘文忠、法务部部长邱泰山、经济部次长及卫生福利部次长等，就一、如何强化整合跨部会资源，全面防治毒品入侵校园，建立定期追踪机制，并检视各部会反毒工作运作是否有所汉格，能否统合发挥最大效力。二、如何防堵毒品化身为糖果、零食或饮料等新兴毒品引诱青少年，加重违法业者刑责。三、就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之执行成效及如何扩大协助毒品成瘾者戒毒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好，那我们在报告之前，我们来介绍今天这个列席的这个官员。首先介绍是内政部叶俊荣叶部长，我们警政署陈国恩陈署长，周文科副署长，杨元明主任秘书，刑事警察局刘伯良局长，教育部蔡清华次长，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郑乃文司长，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李代华副组长，法务部张斗辉常务次长，检察司余丽珍副司长，经济部工业局邮政委主任秘书，国贸局朱财力副组长，商业司萧旭东科长，中部办公室李芳林技士，政风处李佩绍专员，卫生福利部何启功次长，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战立中司长，食品药物管理署刘淑芬副组长，保护服务司林春燕科长，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徐吉志参议。以上好。
那我跟委员报告，就是上一次陈昌明委员当召委的时候，我们有进行了协商。在上一次这个因为各种原因的关系，警政署的预算审查就是暂停。所以呢，今天下午陈昌明委员有跟本席借了下午的时间，要继续审查预算，因为我们已经拖了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呢，就是今天上午就是我们的时间都尽量缩短一点，希望能够在中午12点半以前能够全部询答完毕，让下午的会议可以顺利进行。所以在报告的部分，我们想是不是就由内政部业部长以及主责整个统筹这个防毒业务的这个法务部张次长代表报告就好，其他请参考书面。我们先请业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首先感谢大院各位委员对本部所属业务的支持与指导。那今天仅就三项议题来做简要的报告。这三项议题分别是：如何强化整合跨部会资源，全面防治毒品入侵校园，建立定期追踪机制，并检视各部会反毒工作运作是否有所干戈，能否统合发挥最大效力。第二个是如何防堵毒品化身为糖果、零食或饮料等新兴毒品引诱青少年，加重违法业者的刑责。第三，就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的执行成效及如何扩大协助毒品成戒瘾者的戒毒，这三个部分。那蔡总统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曾经提到，政府应该全力的来投入治安跟反毒的工作，防治毒品犯罪是当前治安的重要议题。另外，对于使用毒品者，除了刑罚的矫正，也要落实治疗跟处遇的工作，那断绝对毒品依赖的恶性循环。对于制毒、运毒、贩毒的犯罪结构，治安机关要用铁腕来扫荡，采取具体的策略跟行动，也要根除校园的毒品问题，避免我们青少年受到危害。本部警政署今年拟定了许多打击毒品犯罪的策略，那从五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提高行政奖励，激励员警提升查缉的力道。第二，成立毒品查缉中心，运用专责能力，规划专案行动，精进弃毒的能力。第三，建立了全国毒品情资资料库，向上溯源。第四，推动护少专案，防治青少年遭受毒害，遏制新兴毒品的人口。第五，提高边境仪器检查能力及强化境外边境的弃毒，阻绝毒品于境外，发挥最大的效能。在这样的一个策略之下，警察机关弃毒的绩效相当的优异。105年，也就是今年的1月到10月之间，警察机关查获全班毒品犯罪，总共有46437件，50267人。那这些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许多。那在这个查获的这个犯罪件数方面，增加了5342件，也就是增加了13%。在人次方面，增加了5760人，也就是增加了12.94%。12.94%。另外，在105年，也就是今年的1至9月，查获毒品存值净重2246.1公斤，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54.3公斤，也就是增加了18.73%的百分比。那以下针对委员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分别简要的这个说明。第一个问题呢？目前行政院成立这个毒品防治汇报，然后整合跨部会的这个资源，强化青少年跟毒品防治工作。那目前正在积极建立推动友善通报网，来协助掌握毒品施用的这个状况。所以针对校园的这个部分呢，那主要是属于剧毒预防组的任务。那虽然是剧毒预防组的任务呢，本部警政署对于少年涉毒的案件呢，仍然相当重视。那在今年暑假执行的护少专案，
那么主要是要查缉药头啊，就是供给毒品给少年的这些药头，共计查获的药头有272人。那并且由警察局的少年队指派专人前往关怀少年初犯者，防止他们啊能够会再犯。另外，本部警政署也已经将这个专案列入常态的工作来执行，来保护学生远离毒害。另外，也要求各县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查获药头有提供毒品与少年的时候，能够将名单提供给少年队，由少年队透过学校的联系机制，提供涉毒学生的名单来给学校，由学校进行辅导机制，与教育单位建立良善的一个共防的机制，减少学生涉毒案件的发生啊。那这个由警察少年队跟学校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机制，其实是面对青少年贩毒、青少年这个用毒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目前警政署跟教育单位合作的管道是借由联合巡查、在校访视跟多元预防宣导法治教育的这些作为，来配合学校执行春晖专案，加强办理教育单位的协助紧急弃毒通报，预防学生违法犯罪。那我们本部呢，也请教育部鼓励各级学校在发生疑似有使用毒品的行为的时候，要能够加强辅导，并通报，要通报警方来据以查缉。另外，也强化少年辅导委员会的辅导功能，规划督导考核机制，落实偏差少年的辅导工作。那针对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比较混合式的新兴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部分引诱青少年，那这个部分呢，各警察机关近年来也有许多的这个查获，然后也进行了分析。那除有不同于传统的毒品的外观以外，往往也掺杂着多种这个掺混物跟新兴的毒品，严重强害国人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那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方向。那本部警政署特别锁定该类毒品加强查缉，前于2005年2月至4月实施加强查缉混合型毒品特别行动方案，总共查获的混合型毒品分装厂117件，嫌犯37人，运输贩毒或意图贩卖而持有混合型毒品的110件。140人，集体私用或持有混合型毒品的50件，212人。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打击的力道，保护青少年远离新兴毒品的危害，本部警政署特于2005年10月实施了加强查缉新兴毒品计划。这个计划为期6个月，要透过强化各类新兴毒品案件的向上溯源。那从源头根除毒品的流通管道，落实刑法没收新制，追查犯罪所得，来降低犯罪的诱因，彻底根绝毒品的危害。那主要的重点是要向上溯源。好，那另外就是为了加速公告管制新兴毒品，警政署的建设单位也与卫福部食药署跟经济部的工业局等主管机关建立紧密的联系平台。那如果有发现尚未控管的新兴毒品，尤其是它的先驱原料跟化学品，那流工制毒使用的时候呢，那可以及时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严厉控管。那自100年迄今，全国共征列了43项毒品，其中由本部警政署提报者总共有22项。另外，对于加重违法业者刑责的部分呢，法务部已经提出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2条之2、第31条之1、第36条修正草案。其中修正条文第31条之1特别订定了营业场所执行防治施用及持有毒品行为的义务，那它的相关工作由法务部来主政。另外，有关违反相关义务的处罚规定，本部警政署将于法令修正后来特别办理。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关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执行成效的部分了。这个方案呢，是奉行政院在2014年6月15日核定韩班本方案。那本方案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防毒监控组，一个是弃毒合作组，一个是拒毒预防组、毒品戒治组，提升地方毒品防治组织跟功能，以及成立毒品防治基金，拓展反毒经费来源。那本部警政署在这几个项目里面都是扮演协办的这个机关，那在许多推动的业务里面也扮演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支持的一个
啊一个角色。另外，本方案是由行政院列管啊，那绩效目标由各分组主政主办机关来会同协办机关每半年来对执行的情形跟成效来进行检讨。那经过会诊各组分组主办机关2005年1月至6月的执行成效，那可以简单的叙述如下哈。那本部警政署为因应犯罪的这个趋势，规划的加强查缉混合型毒品的特别行动方案。那这是从2月1号到4月30号，刚才已经有前面已经有叙述。那另外就是警政署也在2005年6月29号修正了弃毒的奖励机制，那提升的查获制造贩卖各级毒品的行政奖励额度呢50%。也就是重点是放在制造、运输跟贩卖这个方面。另外，额外增加手工人员记忆大功一人次的奖励额度，查获适用及持有第一、二级毒品者，每一犯罪嫌疑人加奖2次；第三、四级毒品则为加奖1次，来提升士气，强化同仁侦办的动机。那最后呢，本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传递大陆公安部禁毒局共同侦办毒品案件的情资也有11件之多，那陆方的公安部提供情资则有3件，那将由刑事警察局持续办理情资交换跟推动有效的查缉作为。各位委员，为了有效的防治毒品危害，除了警方全力查缉毒品犯罪之外，还是要思考由源头来解决毒品的问题。那以往都将毒品犯视为犯人，但是针对毒瘾患者面临的社会困境，现在政府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他们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一些协助，而且要能够结合民间，包括社团、包括家庭各方面的关怀力量，然后更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学校各个社区的这种协助的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来共同来真正的解决毒品的问题。那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法务部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大家早安。今天奉邀列席各委员会议，就毒品相关议题进行专题报告一案，代表本部就业管部分提出报告如下：第一，如何强化整合跨部会资源，全面防治毒品入侵校园，建立定期追踪机制，并检视各部会反毒工作运作是否有所汉格，能否统合发挥最大效力。第一，本部配合教育部校园反毒政策办理相关措施如下：第一，配合教育单位通报检警查缉毒品作业流程，防阻毒品入侵校园；第二，督导各检察机关加强办理征收黑道帮派分子以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利用学生从事贩卖、运送、持有、转让毒品、违禁物品或其他不法犯行；第三，结合教育部共同推广各项反毒宣导措施；第二，台湾高等法院警察署已联合全国检警调线、关务海巡等6大系统，于105年度总计发动4波铁腕大扫毒以及护哨专案，强力查缉毒品贩卖者及校园要头，绩效良好。第三，行政院毒品防治汇报下分防毒监控组、剧毒预防组、弃毒合作组以及毒品戒治组4个常设工作分组，分别由卫福部食药署、教育部、法务部以及卫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担任主办机关。毒品防治汇报每季召开一次，分组会议每2个月召开一次，以统合协调跨部会反毒工作之进行以及精进。第四，对跨部会资源全面防治毒品入侵校园等事项，目前系依《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方案》之规定，定期追踪并提出改进方案。第二，如何防堵毒品化身为糖果、零食或饮料等新兴毒品，引诱青少年加重违法业者刑责部分？第一，宣导预防作为。为了防止新兴毒品化身为毒、糖果、零食或饮料等伪装引诱青少年使用，法务部在办理反毒宣导工作时，除提供
毒品危害观念外，亦教导民众如何避免伪装毒品的诱骗。法务部近年办理措施如下：第一，整合相关资源，培训反毒种子师资。自2010年起，整合相关部会，并结合民间团体如慈济大学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避免进出不良场所以及认识新型毒品等宣导。2005年，并且办理亲子成长以及观摩见习计划，安排亲子师长共同参与，另利用培训宣导师资前进社区邻里办理反毒宣讲，在课程中纳入新型毒品及伪装介绍。第二，创新开发宣导素材，吸引民众注意。运用国语日报发行无毒大丈夫漫画专刊，教导青少年在新形态毒品以及贩毒形式层出不穷下，懂得辨识，进而防范。持续督导各地方法院、警察署办理校园反毒宣讲，与志趣王公司合作办理创意说故事数位绘本竞赛，增设反毒创作组，让参赛者自制反毒数位绘本，并融入防治新兴毒品相关资讯。第三，运用社群网络平台传递毒品最新资讯，盘整各部位反毒网站内容，架设反毒大本营网站，规划新形态毒品资讯专区。该网站已经在今年6月发包采购，预计在今年年底建制完毕，并且在明年1月初会举办开站记者会及正式上线。建制反毒总动员 LINE 生活圈群组与脸书粉丝专页，及时传递政府反毒相关文宣与讯息，并提供最新毒品伪装资讯。第二，有关于弃毒部分，台高检署已发现新型毒品问题，已就此通令全国检察机关溯源追查外，并专门对此部分进行强力打击，并由全国毒品资料库协助分析后，结合关户各地方政府等系统，对毒品高风险者进行温暖关怀行动，建构社会安全网，另促请检察官对涉嫌制造、运输、贩卖新型毒品之被告予起诉或公诉立庭时，求取重刑，以某那以之惩罚。另警政署对此部分一般有加强查缉混合型毒品特别行动方案因应，台高检署亦会要求各检察机关全力协助。第三，就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之执行成效以及如何扩大协助毒品成瘾者戒毒部分，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方案目前执行已逾1年多，经国家发展委员会会诊各分组主办机关2005年1月至6月的执行成效，请就法务部主责之弃毒合作组执行成效摘列如下：第一，全面查缉中小盘毒贩，长期持续扫荡中小盘毒贩，以各地检署为指挥中心，经常性的办理中小盘毒贩之查缉；第二，持续向上溯源扫荡，追查大盘以及国际专业弃毒。法务部所属检察机关指挥监督法务部调查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及宪兵指挥部等机关持续向上溯源扫荡。以调查局为例，104年侦破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总计有44案，弃获嫌疑人数86人，查获毒品总净重4559.21公斤，以及各级毒品制造工厂6座，同期经鉴定后之毒品存值净重为2401.4公斤，另国际情资交换136件。两岸情资交换103件，合作侦破案件6案，查获各级毒品28786.71公斤。强化国际两岸弃毒机制以及建立反毒策略合作，扩大参与国际反毒组织会议以及策略联盟，签订反毒合作协定或备忘录。法务部调查局于104年10月18日至23日举办2015区域安全与跨境犯罪国际研讨会，邀请31国450人在公务人力发展中心召开相关会议，包含毒品防治犯罪防治议题。又财政部关务署已与美国等10余国海关签立互助协定协议，或了解备忘录，或建立情资交换联络窗口，建构完成全国毒品资料库系统，希望透过比对毒品流向与共犯结构相关的交集，了解整体毒品使用者以及上下游之图像，提供检警调单位查缉线索，以有效断绝毒品供给。为了强化复命戒瘾治疗缓起诉处分之医疗成效，法务部函请检察官基于毒品犯依据有病人的特性，检察官以综合征询关户人、
医疗院所以及地方毒品防治中心的意见，从被告完成戒瘾治疗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再以职权决定是否撤销缓起诉处分，又函请各地检署检察官就适用毒品案件积极办理复命完成戒瘾治疗缓起诉处分，另召集一二审检察署就如何提升复命完成戒瘾治疗缓起诉比率以及成效进行讨论，其能逐步提升毒品适用者缓起诉处分的比例。第四，有关各单位反毒预算分配情形及统计数据说明目前的毒害情况以及执行成果哈，这部分呢、啊，那个法务部103年的预算是总共是有7亿2000多万，那在105年成长到8亿06000多万，这部分哈、啊，那个我们会持续的哈、啊、来进行的相关的一个毒品的防治。另外有关于那个105年1月至10月毒品案件统计相关数据详摘要说明如下：第一，毒品查缉，105年1至10月毒品查缉量5935.8公斤，创历年来新高，并以第四级毒品占于60%最多，主要来源地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第二，有关于毒品供给部分，105年1至10月新收侦查、自卖、运输毒品案件有总共有5824件，较上年同期增加9.9%，并以第二级毒品居多数。有关于毒品需求方面，105年1至10月新收侦查适用毒品案件总共有60954件，较上年同期增加20.6%，并以第二级毒品占多数。有关于观乐以及戒治方面，105年1月至10月新入所受观察乐戒人6206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6.2%，同期间新入所受戒治人569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3.6%。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参考，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截止时间为第一位委员发言截止，好，截来为止。那我们现在请赖瑞龙委员质询。好，主席、各委员，请那个内政部叶俊荣叶部长，好，还有教育部蔡次长。法务部张次长跟卫福部何次长，好，请部长跟各位次长，谢谢。戴委员长，好，部长长，好，部长，我想先请教一下了哈，您觉得，其实四位我都想请教，就是你觉得毒品的问题严不严重？毒品问题非常严重，而且需要社会各界都共同来关心。好，虽然我们很努力啊，但是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好，谢谢何次长，你毒品问题严不严重？当然严重。好、哦，严重了，蔡次长、我也觉得严重，很严重了、哦、好，那张次长，当然严重，很严重、哦、好，因为我想总统也特别在今年多次了，不管是在他的那个就职的时候，包括在11月28号的执政决策的协调会议上也特别提到了，我相信大家都感同身受，就是如果不严重的话，总统不会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面重申这件事情。那当天的时候，11月28号，总统提到了2点，一个是毒品侵害校园，需拿出有效的打击手段。部长，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样表示说做的还不够嘛？所以，总统希望能够这个新政府能够拿出一个有效的打击手段。部长，就你所知，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新政府打算要拿出来一些比较有效的打击的手段？毒品的重点呢、哦，是值得重视的是，一方面是新兴毒品，另外一方面是青少年这方面的发展。那青少年里面，尤其要锁定学校，所以学校怎么样扮演起该有的角色，能够对毒品的问题，能够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护网出来。其实是非常关键，非常关键。显然，总统其实也还不满意现在的，不管因为从校园侵入毒品这件事情，显然是不满意嘛。警政部长这边还有警政署有没有更有效的一些方案？包括大家也请蔡次长了也说明一下好不好？除了我刚才所报告的护哨专案以外，警政机关确实是一心一意，很希望能够结合学校，能够面对这样一个新兴毒品，尤其青少年毒品的这一个发展。不过，这个有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要重视的，就是学校本身的态度是不是很积极、愿意来面对？
这可能是当中很重要一个课题。部长，后续上面我很认同啊，我想后续上面也请你把这个列为是您的重点之一了，好不好？跟我想，对于青少年，如果从校园能够有效防治的话，可能会对他们一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跟影响哈。我希望这一块你跟署里面跟教育部跟各单位把它列为重要一个事项。再来，那个蔡次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不好？这一点，毒品入侵校园，您过去也担任过教育局的局长，你应该很了解了哈。有什么样的有效的方式吗？好，谢谢委员。那教育部的立场的话呢，那我们是从预防，还有跟我们警政还有检调单位的合作，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已经有沾染到毒品的学生的辅导，这方面这三个方面来进行。那在预防这部分的话，我们结合公司部门，我们进行的一些宣导，还有预防的一些措施，让学生了解到这个毒品的这个危害。至少我希望那个教育部这边，特别是学校这部分要再加强。我当然后面会有一些数据啦，我认为学校应该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了。那另外一个是，当然大家也提到了这个矫治跟戒除了哈，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哈。那个总统也希望行政院能够提出对于矫治跟戒除有一些具体做法，待会我再来一起来谈。我先来谈哈，这也是上次十月份的时候我有提到的哈。这个新兴的毒品的部分哈，有几个，包括像咖啡罐哈，包括像科学面哈，连科学面现在也都那个哈，然后包括像 QQ 糖，上次我在跟部长咨询、处长咨询一套 QQ 糖，这很多小朋友的他会很担忧了哈，现在是不是很多的是大家会担心是不是到底吃的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哈？这个部分从上次十月份到现在持续到现在，我不知道部长跟署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作为，对这个部分。我先讲一个原则上的一个观察哈，确实这一类的新兴毒品它慢慢的在混啊，而且是已经串入了我们青少年的各种社交场所。那当然也反映出现在青少年相互之间社交场所的那一种多元化啊，那我们必须特别的掌握啊。那新的交友模式，新的社交模式，尤其是青少年这一边，那学校方面一定要特别重视啊，一定要特别了解。那这一类的这个广泛的在出现啊，广泛的出现也是更重要的是家长，还有我们社区、我们卖场、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提高警觉。那不是只有单纯用警察的角度一起去追这些。部长，有时间有限，可不可以请署长说明一下吧？现在的整个上次以到现在的查缉的状况。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警察在这个年度里面查到的，有关毒品犯罪大概有5万多件了。那行政裁罚的部分呢，就是三级毒品。可是针对这个部分就好了，新兴的上十月份的时候有没有破获几个重要的这些？我先请一下，这来源是从哪里来的？谁哪边制造的？这都是就混合型的部分哈。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专案在查缉，那新兴的部分就是因为它后面的化学结构变化。那事实上刚刚也报告过，总共有署长，这些从哪里来的？从何而来？如果你都不能掌握它从哪里来，更不要讲要查缉了。国内去混装了。国内自己稳装的，那有没有破获这一两个月时间，这今年度有没有破获几个大的这些的部分？有没有？我们混合型的跟新兴毒品的专案，2月份是开始是新兴毒品，新兴毒品是10月份开始有个专案在执行了。有没有破获？有没有破获几个大的这种混合型的分装厂啊？有17件，嫌犯37人。那另外就是我们重点摆在。制造、运输、贩卖，要意图贩卖而持有。那个计划里面总共查了110件，144人。我了解了，署长。前段的部分，你当然先把制造的部分给堵绝掉嘛。你堵绝掉，但后面的接下来的这些贩售啊等等，你才那个。你前段的部分如果不堵绝掉的话，它一旦不断的制造来，所以这个前段的制作的部分应该要很积极的。我希望内政部跟法务部跟几个单位要加强在这一块的合作，好吗？一定要积极的去查获这个制作的部分。如果这是在国内制作，如果是偷渡走私进来，那大家必须强力的查缉。如果是国内制作的话，那我认为警政署跟整个法务部应该强力的去稽查，这个不应该让这样的恶风继续蔓延下去哈。因为如果这个持续可以蔓延的话，我想对整个青少年或对甚至更多的国人会感到非常的恐慌的。跟委员报告，就是刚部长报告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除了侦查人力之外，我们到现场都有见识的人去分析出来以后。像这5年来，总共有45项新兴的，我们有提报20几项，那20几项内管，因为它
最后边的化学结构变化就变成新星，好，而且是混合的。好，署长请教，因为我时间有限啊。其实我想要请一下那个蔡次长了哈，这教育的部分这一块到底有没有让大家学生们辨识到这些是危险的？跟委员报告，我们从103学年度开始，我们就根据警政单位提供给我们他们查获的那些，我知道，我想提的是哈，你有一个那个紫锥花的一个网站的部分了哈，那但是你的资讯的是部分在是今年的三月份所送出来的哈，是，所以其实它落后了九个多月的时间，你看你的整个资料里面最新的部分都还没有列上，包括现在讲到 QQ 堂，包括科学面这些的，我希望这一块要跟上进度。是，如果教育部的脚步这么慢的话，警政署都已经查到了，动作已经到现在已经科学面都查到了，甚至于咖啡的这个咖啡罐都查到了，你还在讲咖啡包，你还在讲的是旧的原来的旧的那些的话，这样是没办法做一个好的宣导，好不好？这个教育部要加油了，好。好，那因为这两天的部分，其实很多的部分哦，也都谈到这个咖啡。我再提一个就好了哈，主席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个茶系毒品的部分哈，从96年开始5000多人，到现在陆续哈，到今年度，但也很认真茶系了哈，内政部也认真茶系，所以到了9000多人，但预计今年度会突破1000人了哈。但一方面很认真茶系，但一方面凸显出来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哈。那当然，刚刚。这个部长也提到了，其实校园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啊。那我现在想要问的是，教育部的资料来显示了哈，教育部的资料里面来显示从，到了104年的时候只有1700多人，可是从内政部的资料到9000多人，这为什么这么大的落差？可不可以请部长跟次长说明一下？教育部跟警政署对于这个学生滥用就是药物的部分的？为什么这么大的落差？是表示说教育部本身并没有真正掌握到这些毒品的使用的一些状况。市长，要不要说明一下？啊，跟委员报告哈，那个数字上面有一些落差的话是警政单位可能是重复查获。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通报系统里面的话呢，在过去的话，在勾稽的这部分的话呢，我们没有做得很好。署长是这样吗？是重复吗？你们资料是重复的吗？你是人哦，你不是人次哦，是重复吗？我们查获就是我们各地区警察机关查到的，我们填嫌案记录表，所以是人数嘛，哈，不是人次嘛，哈，哦，所以显然看到内政部跟教育部整个在资料上面，我比较相信内政部的资料啦，因为是他确实查获的，所以表示教育部在这一块的实际掌握到落差很大，哈，将近有8倍这样的一个落差。如果教育部不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不能在学校里面、校园里面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遏制这个校园里面的包括毒品的这个扩展？包括下一个卫福部的部分的资料，过去也提到，国家卫生研究院毒品取得对象是从同侪、从学校里面，都是占了非常高的比例。市长是吧？何市长是这样吗？是我们有做103年做一次，每4年会做一次全国调查。对，所以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是这样子的吧，哈，这是卫福部的资料。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包括教育部在今天的报告的资料还在提到，发生于毒品、发生于校外的还有90%，哦，毒品的来源97%来自于校外人士。你们资料显然跟卫福部的资料也严重的不合，哦，所以我希望，如果政府要有效的防治学生，这个毒品的问题的话，教育部真的要去面对问题，哦，内政部跟卫福部给出来资料都不是这样子，他们是最直接端的。我希望面对解决问题，从学校端去有效的去协助学生来防治这些毒品，我认为这样才会达到效果。这个请整个各部会能够努力，好吗？好不好？请特别是教育部，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陈怡杰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请有请内政部长。好，请叶部长。然后法务部、卫福部、教育部长一起上台好了。好，各位次长麻烦。哎，陈委员早。早安，老部长早。其实今天排这个专题报告，其实是应该是配合蔡总统在11月28日执政决策协议会中哦，协调会的会议当中呢，强调要对于不涉及贩毒，就是所谓就是说，他只是
饮了毒可是没有贩毒的人，应该被视为病人哦，或者被害者，不能只以定罪哦，处罚排斥的方式对待。也就是说，消息一发出来，其实大家都认为说，这是不是在讨论吸毒除罪化的这个争议，有可能就要开始发酵了哦。那我想请问一下，请问各部会对于蔡总统的这个宣誓定调了吗？那每一个相关部会到底准备好了没？部长，你觉得准备好了吗？我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一直纠结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区分啊，制毒、运毒、贩毒这些人，跟真正在施打、施用的这些人，其实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过去只是会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一级、二级其实用刑罚，三级、四级用行政法啊。那其实我们必须了解到。对于运毒、贩毒、制毒的这些，我们要强力的查缉， okay， 而且要绳之以法，而且要更努力的去侦办。所以、就是，但是对于偌大现在各种类型施用毒品的人，我们要根据他们的状况做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状况， okay， 这是一个大方向。好，那其他部会认为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法务部呢？报告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啊，这些吸毒人，他其实是犯人，那更多的他是病人，哦、那如何的哈、哦，那把他在监狱哈、哦、外的一个机构外的一个处遇，也是我们法务部哈、哦、跟各部会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重点。那这部分呢、啊，我们也那个跟卫武部在研商哈、哦，在这几个月内三个月内，我们要提升缓起诉戒瘾治疗的比例，把它那个提高那个3%。那我们你现在讲是政策方向嘛？那我的意思说，你准备好了吗？譬如为什么我会这样问法务部？譬如反毒都这么久了，那可是你们现在透过反毒跟弃毒都要打网路战，那到底说不说得通哦？因为这是法务部自己的资料，包括你们的 FB。包括 LINE 建立了反毒总动员也好，或者是 FB 最终人数 LINE 只有4553人，那脸书的粉丝页最终人数也只有1134人。那现在刚我听你们报告说，其实基本上这样子，不论 LINE 也好或脸书也好，其实绩效都不是很好，成效也不是很好哦。那刚又说反毒大本营哦，要明年才上线。那我想一想，毒贩如果听到法务部的说法，应该连毒贩都笑了吧？因为这样子的说法，感觉好像就是你们就是国王的新衣嘛，自己骗自己，魔镜啊魔镜，到底你敢立立骗敢立立痛啥？自我催眠嘛，这根本就是一个闹笑话。所以我觉得法务部真的也没有资格说你准备好了。那卫福部呢？跟委员报告，我们全力准备，这个事情是永远都要检讨。那目前的工作是针对刚刚讲的是病人的治疗的成效要把它提升。第二个部分是有说快筛。也就是越迅速的检查出来这个是不是毒品的部分。所以就是如果针对是除罪化的这个部分，那代表这些药瘾者需要从司法的介质转移到医疗的系统的治疗。我们先不要谈说目前关的犯人有多少人也好，或者是现在介质的有多少人，但是目前依我们的医疗系统哦，那未来除罪化的部分，那有可能包括就是从司法介质转到医疗系统的介质，把它成为病人去处理了。那我们的医疗系统吃得下来吗？就目前的情况是可以，但是我们如果希望前面查缉端的部分能够减少后端的一个病人数的话，当然我们就是比较宽裕的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按照目前的毒贩人数跟每年新增的吸毒人数，那目前的医疗机构床位跟医护人员都足够应付？目前如果这样的制度之下，我们还预做一个准备，是做前置性的医疗，前置性的医疗就是入监以后就直接开始治疗的开始这样。那譬如说这些医疗到最后用健保给付吗？譬如因为说你如果真的要达到蔡总统的宣誓，那你要再增加多少床位或人力才做得到？因为你不可能进去里面，卫福部都不需要协助嘛。那接下来如果戒治业务要谈吸毒除罪化，是不是又一个口惠而不实的一个欺骗口号？因为你说你目前都可以处理，那到底目前医疗机构的床位跟医护人员是有足够能力的吗？因为你不可能只有在监狱里面去做前置治疗嘛，因为你之后还是会再转换。那这部分呢？跟委员报告，现在另外一个规划方向是社区化的一个治疗。如果你纯粹都要靠医疗院所的部分，其实会产生相对。那所以社区化治疗的方向有哪一些？就是在社区里面，一个是我们目前在草屯疗养院规划一个社区型的一个模式。那之后呢，我们会转到说
以他原来居住工作的地方去做事后的一个治疗的处理，而不是一定要到医疗院所。所以卫福部觉得，医疗前置化的这个配套都已经做好了。我目前就是在准备，因为这是也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方向。OK， 所以你觉得已经有绝对的信心，就是如果真的需要到医疗前置化，信心我们当然是有，就是要全力去准备。但是毒品那什么时候会开始？我们现阶段已经着手在进行，着手在进行。OK， 那我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法务部，最近 Ketamine 一年的价格到底是涨还是跌？你有没有去研究了解 Ketamine 的一个价格？对啊，那个抱歉，我这部分我没有特别去注意。那我应该问谁？谁会比较清楚？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呢？因为从报告来看，今年破获的数量是这几年来最多的一年。那但像 Ketamine 这类的第三级毒品短缺，法务部有没有注意到衍生出哪些问题？譬如说刚刚有提到的，它有可能因为有可能它会去混其他的毒物，做成混合毒品去进行贩售也好，或者刚刚有提到说混到一些譬如说小朋友喜欢或年轻学子喜欢的一些产品里面。但我想请问呢，因为像校园吸毒的人口并没有因为毒品成本提高而改善嘛，所以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呢？就说 Ketamine 它这个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大家都说要大本营反毒，反毒，我问你说最基本的 Ketamine 的那个涨还是跌？不然会造成这么大问题，并不会因为它的成本变高而因为校园吸毒人口骤降啊，没有啊。鲍委员，那个 Ketamine 的价格是提高的，是提高。经过我们大力的一个查缉之后哈，因为越用力的一个查缉，它的毒品的价格就会越提高。那对，那为什么校园吸毒人口并没有因为毒品成本提高而有所改善？那法务部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那而且有没有发现目前有一些其他的新兴毒品还是药物有没有？跟委员报告那个。比较那个今年跟去年呢、我们那个校园的一个毒品啊的一个查获的人数已经有一些的下降，我想这部分是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但是并没有的确骤降，它的确是进入校园的嘛。还是我们仍然认为还是不够满意，我们继续加强我们查缉的一个力道。那如果以目前监所人满为患的情形，那 Ketamine 被列为二级毒品的老问题，部长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是没必要吗？各方面的一个专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研究哈，他认为他成瘾性不高，那个所以这部分经过毒品那个审议委员会多次的一个讨论呢，并没有提高他为那个三级，那提升到二级的一个目前的一个。OK， 那教育部的意见呢？教育部是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校园的情形应该是你最清楚。那到底 Ketamine 有没有必要改列二级毒品呢？因为教育部最近现在都在推广啊，说要把东南亚的语言列入必修课程，即使有可能一些老师师资都还是缺乏。但那我想反问你，比语言课程更重要的这个反毒，是不是也应该去列入必修的课程，或者是大力的推广？那教育部的意见是什么？跟委员报告哈，我们目前在校园里面的话，我们有针对毒品的话，有做各种方式的一个宣导。那这个我们纳入在学校的这个既定的活动里面。既定的活动，那既定什么样的一个推导的一个课程，有没有成为让青年学子可以认知它是一个必修的一个课程呢？为什么我这样问？譬如说某饭店开最近大家在讲那个某饭店开趴的命案，可能就跟吸毒有关，可是他并不知道说是有人是带毒，这些东西不是毒品哦。但如果把现在很盛行的十几种毒品摊起来，可能连你们自己都分不清楚，何况是这些年轻人。所以到底要如何，是不是应该要走入校园去教小朋友要如何去辨识？因为校园防毒是第一线嘛，你不可能破功，不然到最后就没完没了。所以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作为呢？我们已经把这些新兴的毒品的样态还有图档呢，我们都有函请这个说全国各校，那么由老师由相关的学务工作人员呢来跟学生，包括利用周会，包括班上的正式课程的一部分来跟学生做宣导。为什么我今天要讨论这个？因为就像刚刚叶部长一开始说的很多运毒犯的毒者，其实他自己大部分的状况他自己是不吸毒的，但是他一定不会，譬如说他贩卖毒品给你，他自己不吸。可是呢，吸毒者他不会自己一个人关起来吸毒，他一定会去分享给他的朋友嘛。但是我认为说，针对这个议题，政府在这方面考虑的看起来似乎是不够周延，因为你们已经漏掉所谓譬如说传递毒品的这个角色跟罪行，
哦，因为他自己不吃，可是他会分享给别人。那如果说他找了一个三五好友一起来开趴，那毒品大家一起分享，这样他到底有没有犯罪哦？那虽然他不是运毒者，也不是贩毒者，那到底要给他什么样的定罪？要给予他怎么样的一个罪行？所以说，如果他到最后，如果连他自己的朋友都不愿意把这个传递毒品者去供出来说到底是谁，那到时候政府应该要怎么办了？所以未来要如何做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也好，或法务部未来修法会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哦？我觉得这都应该要具体，因为依台湾目前的环境，我觉得目前是没有条件去做的。哦，因为除罪化或医疗前置化，虽然刚卫福部说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也开始实施，可是我们看不到他实际的具体的配套措施。所以如果只是急救章去做，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不是反毒，会变成放毒。你不能因为说一直以人权为名，不断的在画大饼，那如果造成更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新政府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相对的后果，好吧？所以我恳请各部会一定要等全部的配套措施哦，完善之后，哦，再来去做，去实施你们蔡总统宣誓的这个除罪化的部分，吸毒除罪化的这个部分，我不希望因为这个议题而造成更多的抗争跟争议。委员刚才提供毒品那个，按照毒品防治条例，你们是有处罚的。对，没有，但是我一说传递者的角色应该更完善，那包括说青年学子带入校园的这一块等等哦，我都希望教育部能够有更具体的作为，而且我相信我也。针对基层员警来说啦，我觉得你也应该去问问他们说，对于警察同仁他基层去查缉的时候吸毒除罪化，他们支不支持？因为毕竟他们是站在第一线，你觉得他们会支持吗？好，时间的好关系，再给我一分钟，他们会支持吗？因为这个是很一一相关的一个那个嘛，你觉得他会支持吗？我想他们第一线看到太多。太多种类型了，尤其是看到许多吸毒者本身的困境啊，所以他们了解到怎么样，哪一些方面是需要协助他们，哪一些方面是需要强烈的去扫荡。那所以我才刚才一直在强调说，运毒、贩毒、制毒这一些人啊，我们一定要强力的啊，我们要是强力的去扫。那署长拍谁？警政署署长拍谁？汪孟杰，如果说真的要吸毒除罪的话，部长觉得基层查缉的警察同仁会不会支持？时间请注意好吗？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要一个有力反毒的宣誓啦。现在政策上面都是犯人，但是比较大部分是病人。我们警察在查缉的时候也是有同理心来对待这件事，最主要是要查药头、查制造、贩卖、运输，还有意图贩卖和持有。大概这四项是什么重点？对啊，因为我不希望说除罪化之后变成变相鼓励年轻人去吸毒了，哈，好不好？所以请你们政府相关部会等整个配套措施完善之后再行实施。好，接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请部长以及警政署长、法务部哈，简单来讲，我想今天排这个议程，应该是配合总统在11月28号他做了一个什么政策的一个宣导。部长好，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是。在今年的12月6号，调查局曾经破获一个案子，我不知道法务部哪一位来了。对，法务部应该破获一个治安史上最高纪录的一个古柯件。古柯件，哈，那个案子大概涉及到几十亿的经费，好像20亿左右，20几亿哈、嗯。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在11月28号，总统宣誓。他这个宣誓几乎就是讲吸毒除罪化，其实他简单把它讲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大概最近这几个月看来，包括我们在菲律宾、在印尼，甚至于在日本，那甚至于在其他很多重要的国家，中国大概有几件都是跟我们国内去那边贩毒，甚至于被判死刑的案例。我想部长跟法务部次长应该都知道这些事吧？知道吗？请用麦克风回答。知道，知道。好，那我本席想请问的就是说，当那天去参加那个政策会议的时候，部长你有没有参加？有，我在场。你在场？嗯、那法务部有没有参加？法务部部长有参加。部长参加。那警政署有没有参加？没有。警政署没有参加。好，那当
总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宣示的时候，我请问部长跟华务部给总统的意见是什么？我们一直认为，如同我刚才所讲的，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危害，不是，你给他的意见是什么？我想在六月的时候，顾立雄还是立法委员的时候，当时他就推毒品医疗化。换句话讲，其实总统现在在讲的这个，应该跟前面那一段是有一定程度的连结。那我不知道，本席不知道，当时他提出来的之后，你内政部跟警政署做了什么评估，包括法务部。我想委员，这倒不是简单的讲出罪话不求人，而是更多的关怀。我本席比较想要知道。更多的协助，更多的协助，因为现行法律的规定。一级、二级毒品的私用是有刑罚制裁，三级、四级是有刑罚的。换句话讲，部长，你是支持毒品除罪化吗？我是支持对于私用者要有更多的家庭、医疗、心理各方面的协助，包括我们周遭的人都要关心他，不是只有单纯用抓他。署长，来，你先在旁边哈，署长。当六月的时候，顾立雄还是立法委员，当时他提出来的时候，很多的警察都叫苦连天。我想，署长应该知道这件事吧？当时顾立雄提还是立法委员的时候提的时候，我不清楚我们员警有没有叫苦连天呢、那你有去了解我们警员大家的想法吗？我想警察都是依法行政，立什么法我们来做执行。所以警察就哎呀，署长你哪安尼吼，我一波得要给你闪医生啊。那个警察在捕获的过程当中，在破案的过程当中，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你们立法院立的什么法你就去做，那我要本席要请问你，当他提出来的之后，你们去做了民调了没有？你们支持这样子一个做法吗？我们没有做民调。你们没有做民调，华务部有没有做民调？没有做民调。不过跟委员报告哈，目前现阶段哈，那个毒品的适用人，你也没有做民调，没关系哈，没关系。内政部有没有做民调？你想要做民调，你可找那个研考会啊，部长。你有没有做民调？没有，这个部分目前并没有做民调，尤其是对警察做民调，你没有做民调，没有了哈。不是只有我们对于，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对警察做民调，一般的公众关心毒品的议题倒是有所了解，大家非常关心。部长，非常关心你不要抢我的话哈。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要做去做一个改变的时候，你以前是在研考会做过研考会的主委。你必须要去做民调。本席在这里提几件事：当我们的监狱超过四成的烟毒犯，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 W 那个什么什么饭店那个小模，大家也知道他是吸毒，就过量的吸毒在那边狂欢。现在的小朋友是在国中、高中就可以买到，他装得很漂亮，弄了很漂亮的包装来欺骗那些小孩子。就小朋友就去吃的，不管是国中、高中跟这个小学，教育部部次长有来吧？教育部次长有没有来？我本席想请教，以你们做统计资料里面，教育部现在有多少学生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里面，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小朋友去吃毒品？跟委员报告，目前的资料里面的话呢，是三级毒品的那个学生使用的量是比较高的，很高嘛，对不对？ 是比较高的。大概多少成多少？我们查获的里面的话，大概是六成是属于三级的，你看是属于三级的，不是？各位亲爱的民众们，查获的有六成的小朋友去吃这个毒品，不是所有的学生的六成，不是所有的学生，就是查获的这个六成通报的，通报的数字，我想这个已经很普遍，尤其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那个山区，那个整个山区的小朋友，他们会在我们下课的地方的山区，就是比较偏远的地区，就让小朋友吃毒品，然后再把他们找去，未来就当什么车手。我想部长，次长你应该知道吧？有这样的案例，对。
不是有这样的案例，这个案例非常的多，所以我想在我想我必须要谢谢主席今天排这个议题，或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这里讨论。当菲律宾总统虽然他提出来把毒贩就毫无理由的枪决，可是他们民众90%是支持菲律宾的总统。我想从这个当中，我们又看到我们这么大的，包括我们破获这么大的制毒、印毒，这些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台湾人民的健康，甚至于有人在笑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变成诈骗跟印毒的一个中心，甚至于菲律宾把它有那么强制的作用以后，包括我们邻近的国家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对岸中国、日本，都可以说是用强力的手腕在用的时候，那我们台湾要把它除罪化，我觉得岂岂以为不可。我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对于制毒、贩毒、运毒，我们的查缉不遗余力，我们现在我们有法律的依据的，现在完全按照法律来进行。但是对于你们那一天的宣誓，对于制毒者，我们要不要抢我的话，会要多进一步的关心了。那个谁主席，给我加一分钟，他一直抢我的话。部长，本席今天在这里提的就是一个这么重大政策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人民的健康跟未来，包括我们邻近的几个国家最近都是在毒品上面用了铁腕的方法在做。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你们要做政策的改变，我想这是一个何其重大的事，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年轻朋友。主席利用有没有再给我一分钟，你站起来跟对我我讲话有压力，你坐着我讲一分钟，我自己下来哈。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本席具体跟你做建议，包括我们山区，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前一段时间在旅馆发生，其实那些狂欢的事件，如果没有死掉孩子的那个小模没有死掉的话，社会大众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重视。所以我具体跟部长你做一个建议，因为你以前是研考会的主委，所以本席希望你们包括从你们内政部、从警政署、从那个教育部的家长，以及我们华务部，我们过去在破获的过程当中的基层公职人员，我们去做，包括人民去做民调，因为这件事所影响的层面太大。我自己是念医学院毕业的，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些东西不能碰，有一些跳楼什么等等，其实都是吸食到某种东西，它产生它的整个的幻想，所以他就会去做一些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邻近的国家都强力用铁血的手腕出来的时候，我们适合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者是我们在几个机关当中都没有连结的时候，会不会让人民误判？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我希望我们的部长，你过去做过研考会的主委，那你是给我买的啊你？我感觉这没意思，我都在做总结，也给他做批评，这真的是。我希望部长，你们几个单位，就算蔡总统他要这样做，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整个民意的走向，否则的话我们又会烽火满天。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陈明文委员质询。好，主席，我们请内政部长，好，还有教育部处长，还有这个卫福部的处长，还有华务部有吗？有，处长哈。好，请。陈委员好。好，部长好。我想今天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议题的哈。我想今天我们主要在讲的是黄毒、反毒。嗯。那我们从上周的报纸上，我们看到 W 这个饭店发生这个因为吸食过量的毒品，所以暴毙。那我也看到上周
我们华埠调查局破获了一桩这个重大的哈、这个贩卖哈、毒品的哈、这个大案子哈、破获220公斤嘛哈、我算是相当大，华埠没有错吧？华埠没有错吧？没有错。好，那看起来哈、这个是再次坦白讲哈、都令人触目惊心呢、那我想这个。这两件事情其实看起来好像情节，差异相当大哈、但是我们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发现过去很多所谓吸食安慰他命哈、这个算是二级吧哈、二级毒品嘛哈、但看起来拢一寡是一寡在较失意的啦哈，的人啦，还是讲哦工作不顺的哈、但看起嘛哈，安尼竟然会伫五星级的饭店吸毒。这看起来，咱整个吸毒的趋势有往高端哈、在攀升。哦，这一点是让我们觉得说，整个这两件事情发生以后，好像干嘛看淡意味哈、所以给那句话，我一定要来谈这个反毒。那要谈反毒之前，当然我们应该从防毒开始啦。其实防毒第一线是在哪里？在教育部嘛，没有错吧？好，教育部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教育部，今天教育部的这个毒品的防治工作到底做得好不好？你认为呢？你认为做得好不好？我们很认真在做，可是一定还有改善的空间。我坦白讲，我虽然不愿意说不好，但是真的，我们从数字上看起来我们觉得很难过就是说，我们从104年18岁。哦，这是我们的这个主计总署所统计的资料，18岁到24岁的青年的这种涉案毒品有7720哦，这个数字是比103年多多少%，你知道吧？40几%，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青少年的涉毒案件都在攀升，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线的教育部所做的所谓防毒的这个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坦白讲，哦，这是教育工作做得不是很彻底，包括我们在所谓的这个教育上啦，哦，所谓教育宣传啦，坦白讲，哦，都不够用心，也不够生动，哦，也没有办法真正形成是一个运动，让家长，让我们教育工作者把它列为第一优先，包括我们教育部也没有专责单位在做防毒的工作。所以这个部分，防毒是第一线，在教育部你们算是失败，这一点我要特别要在这里提出来。当然，我们是认为防毒的防止这个毒品蔓延，现在已经不只是从往高端了，而且这个往我们的这个学生哦，低年级的学生都已经开始在吸毒，这是一个社会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一点，我是希望教育部能够好好的回去重新制定一套防毒的一个这个宣传工作，你同不同意？谢谢委员的指教，我们教育部的你同不同意就好，好不好？我同意，我们会继续加强。我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细谈，但我是希望防毒是最重要的，但是你们做的真的不够好，是，好不好？是，好，我们是在这里特别期待，好。那我是觉得了哈，反毒的工作是目前当前最重要的。反毒现在我不知道法务部跟内政部是怎么划分的、我们看到的是法务部都在破大案，但是我们现在始终没有看到内政部有比较雷厉风行的一个手段一个行动。那我不知道这个部长你在反毒的工作上你做的是什么？我想法务部跟内政部跟海巡署啊，那很多机关其实我们都是弃毒的一个团队了哈、那不只是分享情资，而且是相互的结合啊。那平常警政署这一边确实是对于各种毒品呢、那都予以掌握，然后行动也比较多了。那有时候大案小案
不一定单纯哈、啊，不一定单纯看数量啊，看数量。那确实是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哈。我想刚刚从早上我在这里听你的答询哈，我个人是觉得了哈，其实你内政部基本上是打击犯罪，好，主要是去查哈这个毒品的一个犯罪行为。那至于到底未来的所谓吸毒犯到底要不要哈变成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医疗哈的一个这个行为。这个部分不是现阶段你去做解释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以后卫福部去提出来做修法的动作，但是现在你应该是全面性的跟这个毒品宣战。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种社会已经完全是和毒品已经安尼的时候，侵害到和咱整个社会拢已经扭曲变形啊！现在很多的不是。一些吸毒犯，坦白讲，伊食了后，伊会去安怎？会去进一步去卖毒嘛？干啥呢？伊要卖毒的时阵，伊就是已经伊穷途末路，伊到即马为止，伊都无得阁生活落去啊！所以伊就啥物歹代志都敢做啊嘛！先注意安尼款，安尼增加真济安尼的时，家庭发生悲剧。弄一寡些吸毒犯安尼的时阵，等于安尼含即个啥物吸大人安尼。安内心口臭，被怕被击，甚至于杀害父母亲，都是因为他的吸毒关系。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到今天为止，我坦白讲，我不希望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只是在这里谈谈而已啦。我们应该有一个具体行动。部长，你这你要怎么做？你告诉兄哦，我拄啊讲的数字吼，今年一月甲十月吼，甲去年比起来吼，不管是查缉的。件数还是人数，拢增加15%左右。所以今嘛查缉的犯罪46,437件，啊，偌济人呢？50,267人。部长，这拢比去年我今天不，我今天不谈哈、哦啊，我今天不谈具体的数字哈、哦。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现在的毒品的危害已经不是吸毒者的本身危害，已经危害到整个社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社会现在也不能够等闲置之。我只是希望新政府上来以后，你内政部你应该率先，你应该要向毒品宣战，你同不同意？我已经早就宣战了，而且是对于、啊、对于宣战，你的宣战没有够不够震撼呐、啊？而且小微微尴尬，我是希望你能够具体的，好、哦、具体的，能够好好的整合各部会。好好的向社会，好、哦、告诉我们一定要反毒，我们一定要打击毒品，我们一定要向毒品宣战，你一定要这样做的啦。委员，我想你说的我认同了哈、哦。现在毒品跟诈骗是我们治安的非常重要的两项重要工作。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要向毒品宣战？我们持续的努力。我希望你能够再专注一点，然后会有更坚强的措施。然后现在对于运毒、对于制毒、对于贩毒，我们绝不宽赦。你们没有做到，我们会努力的哈。你们没有做到，我们一起来。刚刚部长刚刚讲的这些话都没有做到。我是站在社会的一份子，我看到毒品的泛滥，我们内心都非常的焦虑，好、哦，现在已经危害到下一代，危害到整个社会，甚至于因为的毒品泛滥，已经让整个社会扭曲，尤其现在黑道当道，真正社会已经哈、哦、有点啊混乱。我们是希望你好好的哈、哦，能够啊去打击犯罪，打击毒品，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鼓励哈、哦，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林立财委员质询。主席，有请教育部的蔡次长，卫福部的何次长。好，请两位次长。好，教育部。委员好。次长，您也知道说，我们今天就是交委特别排审了这个议题啦，哈，我们的所谓的毒品
的防治，还是如何推动的专案报告。那我要强调的是，我身为一个妈妈，其实我们如何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而努力，我希望说尽最大的努力了哈。相关今天相关部位，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做，可是有没有在调整？因为因应现在时代的不同，时代的变迁，我们也知道毒品的年龄层。因为我们看到有一家媒体的投书说，现在的年龄层在 12.5 岁，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真的还是假的，教育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因为这媒体说是国卫院提供的嘛，是吗？现在毒品的各位那个数字的话呢，是一个媒体他访问几位哈、嗯、几位那个有涉毒的学生，所以您觉得这个是平均的年龄层在 12.5 岁，就是 12.5 岁以下的这个年龄层，您觉得说这个数据有没有很严重？报委员，这个数据是我们做103年的调查，青少年初次使用这些非法药物的年龄是 11.0 加减 1.8， 比我讲的 12.5 还要低，我恐怖，真的是很恐怖的。那我们一直在聊说，为什么青少年在吸食毒品，到底他为什么会吸食？在卫福部还是教育部这边去做研究，有去分析出来吗？为什么孩子会去就是接触到毒品？为什么？好，跟委员报告，我们曾经委托台湾师大也做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那我们也分析出有一些因素，两类的因素。那么一类的话呢，如果有具备这样子的，比如说对毒品的认识的话呢，他吸毒的比例会比较低，他的反毒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比较强的话，他也会比较低。可是如果是他跟父母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学业成就比较落后的，比较没有低学习动机的，这些他会比较高。我刚刚坐在那边就分析了三个了哈，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了哈。第一个是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不管家庭有没有跟父母居住啦，哈，其实讲白点就是好奇心。第二个是已经上瘾了，第三个就是贩卖嘛。我不知道说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去掌握啦，哈。那我又要聊到这块，下面再来跟您聊。我要聊到的说，一般青少年在吸食毒品的地点都在哪里？您知道吗？拢在倒。我们校安通报了哈的资料的话呢，90%是在校，97%是在校外。好，卫福部这边又有数据统，那个所谓的国卫院，他说23%都是在学校，15%都是在家里跟娱乐场所。所以呢，这个警讯也让我们台湾的政府必须要去重视啊，在厝的呢，在学校呢。为什么是在厝里跟学校？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委员在谈到所谓的毒品的变形，可能是糖果、果冻、饼干，更早之前是奶茶、咖啡，那更科技的，现在连科学面都有啊！您看，在贩卖毒品，真的是比我们政府还科学呢。各种面向，那我们家长、我们老师都是新闻出来之后，有时候才知道，哇，原来连科学面都有了。那我们这个所谓的前端的防毒的东西到底做到哪里去？我们的宣导到哪里去？不瞒教育部您次长，您说很多家长跟我们投诉说，其实在座谈会里面，我不知道说防毒的座谈会到底办了几场了哈，我不知道，只是很多家长说，其实座谈会里面针对防毒的这个防治毒品的这个真的很少很少。那家长师长都知道吗？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各个学校的话，我们都一直要求各个学校，包括在开学的时候的友善校园周，我们一定要这样。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在今年的话呢，我们也将这些新的这一些毒品的样态图档，我们都函送给所有的学校，让他们在这个各种场合里面，还有包括上课的时候呢，跟学生知道。你知道吗？我跟孩子坐在一起哈，我可以聊到毒品，您知道，孩子都知道，很夸张呢。那有些孩子也尝试的去好奇心去尝试吸毒，那有的是真的尝试一次过后他就不吸了，那有的可能就上瘾了。那教育部这边，您的防毒有没有问孩子？您要如何预防孩子才知道？不是说丢一个 DM， 丢一个简章，办了一场啊，我跟您讲啊，可是家长跟师长
都不知道我们的毒品的变形一直在变。那教育部这边有整个有去整合吗？我希望说这个防毒的宣导啦，哈，不只是公部门下来之后，教育师资都要一起来做合作。重点参加者可不可以邀请一些青少年还是孩子来参加者？您办怎样的方式？我没意见。可是您怎么宣传给他？不是您坐在办公室，然后几个大人在讨论说怎么告诉孩子不要吸，是用孩子也来参与您的宣导？怎样宣导我才听得懂？怎样宣导我才知道？这个部分可以做得到吗？啊，谢谢委员的指教，委员这个意见非常好。我们在高中、大学，我们都有紫锥花的一个社团。好，那透过这些社团可以到学校去。我不管了，如果那个社团有用的话，现在不会毒品的年龄层越降越低；有用的话，不会毒品越变越科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加强。还有，我请内政部长，那一样，您两位先留着，法务部的常务次长，经济部的。然后，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哦。所以今天是几个部会？一二三四五六，不管了哈，六个单位这样子结合，您的横向连结是什么？可不可以一人给我一段？您的横向连结是什么？保定。一方面，在行政院有一个有一个毒品的汇报来结合啊，那统合各部会，另外一方面，即令是在各部会里面实际的执行里面，也都跟各部会之间相互的形成那个部长有时我们有随时去调整整个毒品在贩卖的这种变迁吗？我们有整个去调整吗？这一块，比如说哈，比如说对于制造这些毒品的是一些先驱的原料，那你要从头去了解的话，就要结合相关，包括卫福部。啊，像包括法务部要去先前就要去了解。可是现在最要的这种主要的前端的好像是哪一个单位？是警政署吗？最前端的是哪一个单位？前端就是在查，比如说毒品，现在的毒品，我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它可能装在所谓电池里面进来的，这个是哪一个单位？海关。那个，比如说调查局、海关调查局嘛，那调查局今天也有来吗？在警政署这边吗？调查局嘛，就是国境哎。那我们有横向连结吗？鲍委员，那520之后啊，其实我们向各部会哈、啊，我们已经开过40。那520之前都没有用吗？也有嘛，都是在做哎。那这部分大家每个月哈、啊，我们几乎都在开会，那个就各项哈、啊、委员关注的议题在讨论如何来加以防治。行政院的，所以您是防所谓的。国防法务处嘛，没错嘛，法务部，我们是法务。好，好，那我们的经济部呢？经济部做了哪些？报告委员，经济部这边主要针对这个先驱化学物质，我们会去稽查它的流向。如果流向有异常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资料就提供给检调单位去做进一步的犯罪侦查。因为我时间到了啦，哈，我主要请各位长官上来，是我真的很担心我们台湾的孩子，我们台湾的下一代。所以呢，可不可以拜托各位好好的，不管你横向还是直向，怎样的方式，都要去做到有效的改善，而不是。年龄层一直降低，吸毒的人越来提升。那刚刚我讲的所谓的，不管是他是好奇心已经上瘾了，还是在贩卖的，针对几个部分去着手，而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去宣传，可不可以？我们非常努力的要来做这样的整合，那把比较弱的部分要能够把它强化起来。好，那这是整个的大方向。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待会到徐政委员执行完毕休息五分钟，我们现在请李俊毅委员。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叶部长，请叶部长，教育部蔡次长，法务部张次长，卫福部何次长，好，请。李委员好，
好，四位辛苦了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有关反毒戒毒的部分哈，我们来看看哈，来第一页来。反毒这个工作其实要不断的持续做，而且是跨部会的大家一起做哈。来继续下一页。那叶部长，我先请教你了哈。我们中央部会有一个所谓的毒品防治汇报，对不对？从哪一年开始？毒品防治汇报应该这一个应该就是104年的。对，毒品防治汇报其实94年就有了啦。哈，不是有毒有我无毒这个。有我无毒这个方案是从104年嘛，这并没有因为政党轮替而有任何改变嘛，里面的内容也没有改变嘛，没有错吧？所以这个反毒的事情是没有蓝绿之分嘛，那没有蓝绿之分，大家都应该要做到。好，来我们往下来。那事实上，这个防治汇报还有一个设置要点嘛，好，我们都依照设置要点来处理。来下一页，其实最重要是这个部分好，就是你们的责任分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如何抑制需求，就是如何把毒品抓到了，好，如何让大家不要去拿毒品了，这个部分嘛，这个部分主要的工作是内政部、法务部跟海巡署嘛，没有错吧？对，包括海关，海关嘛。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在右边的这代的大部分其实是预防宣导嘛，好，预防宣导，希望告诉小朋友，希望告诉年轻人说不要用毒品。然后这个部分的工作主要是落在所谓教育部跟落在卫福部的工作嘛，没有错吧？不止预防宣导，还要对这些毒品的要怎么样去协助，所以这两块其实是非常重要，如何整合嘛？那这两块我们在运作上确实也发现问题，所以才有今年11月28号蔡同宏指示，我念一下哈，叶部长看看有没有错哈。行政部门要结合县市政府，把社区、学校、NGO、宗教团体、家长团体等连接起来，建立友善通报网，让毒品私用的亲友愿意通报，寻求政府的协助，政府也才能有效的控制毒品。蔡总统是不是11月2号讲这个？对对，那蔡总统什么时候讲这个毒品要除罪化？没有，没有讲毒品除罪化，从来没有讲过嘛，也没有这个政策嘛，对不对？没有，没有。任何一个部会，蔡总统有指示这个政策吗？没有。那国会议员怎么可以在这里胡说八道呢？为什么有国会议员在这里胡说八道呢？完全没有这个政策，画一个靶说，蔡总统就是要这毒品除罪化，莫名其妙嘛。那但是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追究的嘛？没有除罪化这件事吧？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事实上，这个反毒策略其实你们整个防治汇报考得很清楚嘛，大家分工非常清楚嘛，没有错吧？好，但是问题来了，来下一页。好，所以这个是你们的分工，包括法务部、内政部、教育部、卫福部、外交、经济，特别是外交部是有关涉毒的这个部分，在外交的协调上嘛，对不对？还甚至还有包括两岸的司法互助条。司法互助协议嘛，好，所以这个各部会都要动起来。来下一页，那现在我们发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跨部会的整合到底有没有做到？哈，部长，以你的了解说，教育部、法务部、卫福部，来来来，我们先问法务部一下。法务部次长，张次长，哈，是。您法务部其实您嘛做就这网站嘞，对不？是。哦，你们有一个无毒家园的网站，你们现在还有一个反毒大本营的网站，对不对？是。好，那教育部有什么？教育部有这个紫锥花运动的网站，还有脸书的粉丝页，对不对？是。来，我请教一下，这里可不可以去整合一下？来，下一页。乱七八糟啊！我如果是一个家长，好，我现在我的小朋友一个国一，一个国二，我如果要了解说怎么来帮他们，我要查这么多的网站嘞。鲍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反毒大本营的网站，就是把各部会的相关的网站，我们来加以整合。那我们是预计在今年12月底哈就该完成，明年1月正式上线。啊，是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由法务部来做整合的工作，所有有关反毒的这些网站，通通纳到法务部这个反毒大本营的网站，对吗？这才是第一个要做的工作。那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呢？来下一页，其实问题出在这里，其实问题出在这里。从100年到104年，我们有查缉总人数，那里面其中少年的人数，哦，大概是这样。我们总查缉大概4万多5万多，少年的人数是1000多，哦，占总比例是2%到3%左右，哦，那比例还是往上升的。那青年的部分，哦，5000多，占比例是11%到14%，这个也是往上升的。这一块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防毒，我们要戒毒，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从年轻朋友开始。
那年轻朋友可能碰到的是他有不同形态的毒品，比如说现在的毒品做成gummy bear啊，做成什么，那我们要想办法来帮助他们，那这个比例上升，这个是事实嘛，所以我们现在才要这一块嘛，对不对？那这也是蔡总统所说的有关吸毒年龄的下降，三四级毒品早已成为重点，尤其是初犯者年轻人，这几年毒品侵入校园，危害年轻世代，甚至以糖果、饮料、零食方式吸引青少年吸食，要特别要求行政院对三四级毒品成瘾的矫治戒除，提出具体办法。这是蔡总统指示，没有错吧？那有毒品除罪化吗？还是没有吗？来，我请教一下，来，我请教法务部好了。是，你们现在三四级的毒品，你们的处罚是什么？三四级毒品如果是适用持有20公克级以下是只有行政罚，如果是超过它才刑罚的规定，就是你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11条之一嘛，是，对不对？它是行政罚罚级嘛，罚级嘛。可是青少年朋友不在乎罚级，罚级是罚家长，对不对？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教育青少年朋友不要去碰这一块，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没有错吧？是。好，来，我们下一页。所以如何加强部会的整合，避免跌床架屋，然后具体可以提升它的成效，这才是跨部会各部会要一起做，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嘛。跟蔡总统只是毒品要除罪化一点关系都没有，胡说八道。再来，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初次吸食的部分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下一页。初次吸食的部分，其实大法官针对这个解释过了，544号解释过了。从初次吸食，有人说，毒品危害条例的这个第10条里面说，他就要应该处罚，哈，就应该要戒治，这个强制戒治有没有违反人权？大法官544里面是说，这个并没有违反宪法，但是这个部分要特别另外处理，没有错吧？所以才会下面，所以才会第10条的部分呢，适用毒品的部分才会下页。才会说是不是我们要有观察乐戒期间，或者是把这个当作医疗行为先行处置嘛？这个才是问题真正的重点嘛？是不是，部长？对对，那次长好，谢谢。那个法务部次长，你们现在怎么处理？鲍委员，我们目前呢、就是想办法提高缓起诉戒瘾治疗的比例，尽量把它留在那个机构外，然后我们结合卫福部相关的一个资源，我们其实法务部最痛苦的就是我们太多的戒治，其实跟看守所没有分别嘛。对不对？其实跟看守所、戒治所跟看守所其实常常在同一栋。所以，鲍委，所以我们要提高缓起诉戒瘾治疗的比例，就是留在机构外，不是在机构内。所以这个才是真正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这个才是要蔡总统特别出来讲话，讲了老半天，就希望各部会整合起来，把这个戒治的部分把它区分开来，把年轻人部分做好。来，我请教教育部次长，有关年轻人的宣导，你们现在做什么样的加强？我们将这个新兴的这些毒品的图档样态的话，我们发函给所有的学校，因为这些东西的话，事实上过去他们不知道的，让老师、让家长，还有让学生也都能够知道。我提醒教育部啦，是这个要更加强，是哦，不只是这个啦，哈，不只是这个毒品啦，哈，像我小孩子问我说，现在gummy bear都不能吃了吗？我说你最好现在都不要。现在最好都不要，因为它演化的进度太快了嘛。那我们应该加强宣导，才是把整块补起来嘛。是，所以我请教四位非常清楚嘛，政府从来没有说要毒品除罪化，没有这回事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整合各部会，面对日新月异的犯罪手法，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功能，然后如何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包括法务部刚才提的这个行政法的部分是不是要修正，然后包括如何处理戒治，先把它当作病人来处理，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对不对？对，委员，你刚才都抓住重点了哦。那所有现在相关的机关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用合作的角度把它做好。那弃毒的部分继续强化，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有关毒品已经这个感染这样子的，那我们的不管刚才讲到的，不管是戒治的程序各方面，里面的内涵要能够贴近它实际的需求去做。那这里面也包括了宣导，包括家庭网络的连结、社区网络、学校各方面，甚至于是心理跟生理医疗机构整个的健全化，这都有很长一段路要去努力。那包括今天做一个广告，比如说警政署的今天有一个 CD，
好，那里面就是妈妈为什么不能吃陌生人给的小熊软糖？对，那里面呢列了相当多这一类的，让民众去了解。所以，那像这些都是我们共同去努力的方向。我问了最后一句话了，这其实我们的政策早就摆在那里了。各部会也非常努力在做，包括我们的警政署，包括我们保护部，前不久才破获这大量的骨科检嘛。好、哦，那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落实我们对下一代的宣导，让下一代走向正途，然后必须改进的过去的黑数，我们想办法来把它补起来，这才是真正处理犯罪、处理这个毒品的部分的有效方法嘛。不是随便换一个把说蔡英文要把这个毒品除罪化，然后骂了保半天，根本没有这个政策嘛。请各位好自为之，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现在请习政委员质询。主席好，麻烦请我们的卫福部长，还有卫福部我们的次长，次长好，还有我们的教育部的次长，好，请两位。委员好，这个两位次长好哈，这个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毒品好像越来越猖獗，尤其是在校园的部分啊。那我们这个上一周也这个参这个 hotel 啊，这有一个某一个这个 hotel 这个有在开毒趴哈。那我们来统计，其实这就表示我们这个，而且那个孩子还是未成年，19岁而已。那也反映到我们现在吸毒人口是越来。这个酒毒瘾的人口已经越来越下降，有下降的趋势。那现在我们的监狱的部分有5万多人，有49%，2万多人都是酒毒瘾的部分，好，就是吸毒人口。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特别真的把整合各部会整合起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本席在教育部也不断的问潘部长，对于校园毒品的防治的部分，好，以及宣导还有法令这个部分如何去强化，以及我们校园染毒这么的严重，尤其是我们学校啊，在这个第一次吸毒啊，孩子第一次吸毒。都是在学校有23%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多的这个校园在宣导这些反毒的部分，很多都是透过老师，但是老师是不是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哦？以及我们老师要忙于我们的教务的部分，还有孩子的辅导的部分，连反毒的这一块这么专业的也给予老师这个责任，是不是加重了老师的负担呢？而且老师没有专业的这个背景 跟委员报告，我们针对老师，我们都会进行专业的辅导的一个工作讲习。那我们会请警政单位的同仁来协助我们。是，其实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每个学期开学之前的话呢，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友善校园周，我们会把这一些新兴的毒品的样态图档，其实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在宣导的部分，还有其实在法律常识的这个部件，以及让孩子告知这个我们涉及了哪一些法律的部分，其实这是需要很专业的，而且真的需要我们的这个管理，真的有管理的老师来做。所以是不是我们在校园里面呢，可以设立有关于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背景，让我们的这个学校的防毒以及反毒的部分让它更加落实，就是在学校设置我们毒品防治管理师，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呢？就像我们特教老师，我们有一个特教资源中心的概念一样，那我们毒品防治也有一个毒品防治有关于学校的部分，有一个资源中心，让这个资源中心就是有一些老师是专门在做这个，无论是法，无论是我们宣导的部分，舆论防毒的部分，都由这些老师到各个学校去做巡回的防治，这个部分您觉得呢？教育部您的看法呢？谢谢委员。嘿，我们部里面的学生事务特教师的话呢，就是专门负责这一部分。那学校的这一部分的话，是由学务处的工作同仁在负责。那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您刚提到的那几项非常好。本席要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再加重现在的教育体系所有的老师还有所有的人员的这个工作事务，而是另外再培育一些
真正能落实，而且有专业背景，无论是法学，无论是卫教这个部分的专业背景，让他成立我们的资源中心，让他到各个学校去做宣导。好，谢谢委员。对，我们现在也要加强各县市的校外会，我们的这个联络处啊，这一部分的话呢，这方面的这些功能会加强。但是其实人力都不够，所以本席才会建议说，是不是我们用特教资源中心的模式去成立一个，也是叫资源中心，但是属于我们反毒这一块的资源中心，我们教育部这边来领。好，这一部分啊，谢谢委员的指教，我们这一部分会来研议，谢谢。会来研议，谢谢。什么时候会这个给本席资料？我们应该在大概在一两个月，我们可以研议出来。一两个月啊，会不会太久？已经放寒假了。两个礼拜你讨论一下好不好？因为这牵涉到对人员人员方面，还有包括经费的这一部分。是，好，两个礼拜可以吗？可以讨论一下吗？可以给一个粗略的。是，好，两个礼拜。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叶部长，之前也跟我们好一起好了，好吧？抱歉，叶部长还有我们法务部长，嘿，谢谢。我们部长啊，您之前有说这个我们这个。要做全面的推动我们国高中学生的健康检查的时候，我们增加验尿和验血的部分。那像台北市还有台中市也愿意这么做。那部长，您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看法？我不知道那个是从什么时候来的，我并没有说国中什么要验尿，没有。国中国高中学生健康检查的时候增加这两个项目，您没有。那如果这个部分您赞成吗？这个都要按照应有的程序做才好。应有的程序，什么叫应有的程序？该有的程序啊。该有什么叫该有的程序？就是看是不是强制还是自愿。那如果是验尿，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什么样子的法律规定之下？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到校园毒品的强这个防堵校园毒品的泛滥的话，其实在教育部里面应该有一个比较坚定的立场，因为其实保护到我们孩子，你真的让校园的毒品不要再进入校园了。根据委员报告，根据毒品防治条例第33条，还有保护部的特定人员采验尿液实施办法里面的话，我们是只那个验尿的话要针对特定人员，特定人哪些是特定人员？特定人员的话，就譬如说他曾经有过沾染过毒品，再来的话，他的作息不正常，还有他家长提出要求。那现在依照现在现行的状况，学校的毒品越来越泛滥，完全没有约束力啊！不，我们目前我们对于这些特定人员的话，我们也都会进行这个验尿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97年啊，实施我们这个减害疗法以后，毒品越来越泛滥。您看看啊，这个我们从97年开始到现在，今年一月到10月哦，5935公斤。我们之前有这个检查到这个12月5号有查获到用汽车电瓶电池来装这个我们骨科碱218公斤，足够我们1100万人次来吸毒。骨科碱它的经济它就一共是20亿，如果以这样子来算，我们只要统估就好，500亿。我们以目前来说，我们民生经济是 GDP 是往下，可是我们地下的经济是这么猖獗，这么猖狂，这个实在让人家非常担忧。部长，委员，你这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非常努力的在查气，努力查气才可以查到，然后才可以从源头去解决这些问题。是，所以那所以这个反映出来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很努力的去啊。所以部长，其实本席非常的支持我们，无论是运毒、制毒，还有我们这个贩毒这个查缉，而且严刑重典，非常非常的支持。但是现在毒品的泛滥，就是毒酒瘾、酒毒瘾这个部分太过泛滥，如何真的去全面把它做好？我们来看看全面检视校园防毒，是不是建制大数据，我们找出高风险的区域？是不是这样？我们部里是不是可以？还有我们校园要增设，就像刚才本席讲的，毒品防治的管理师跟我们的社工师一起结合这个部分，以及扩大我们的缉毒犬的应用。缉毒犬，我们现在我们警政署有训练吗？
各位委员报告，我们的这个，新北市警察局有，我们的宝山总队有，那海关也有。以现在全国一共多少只缉毒犬？我们大概，总共16只。16只。对。那如果有些是要借用，或者是我们现在透过大数据，然后知道哪一些是高风险区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借用我们的这个缉毒犬吗？缉毒应用都跟海关结合在一起比较多了，所以16只哎，是不是要增加呢？北中南都有了。所以你只是在海关嘛，但是为了我们全面的去防治，让我们的毒品不要那么如此的泛滥，我们的缉毒犬是不是多加培育和训练呢？对，最主要是机场关口是最重要的。那另外我们的用途为其他的，比如说有您现在在源头嘛？对对，源头。但是我们现在台湾自己也是制毒的大基地耶。对不？那我们警政署的部分，像新北市他们就警犬队要扩充了。对。新北市啊，那是新北市的，我们警政署的。我警政署的是在宝山总队，我们会北中南都有的，我们会。所以建议了，我们警政署是不是对我们缉毒犬的部分，我们增加这个资源来训练，是、让他真的全面可以有缉毒犬，然后去这我们本地在制毒的时候，我们这可以查缉，否则我们的警察同仁都变好鼻师了，通通要去缉毒。好，那另外再下一个，好，我们法务部，委员时间差不多了，一分钟，好吧？法务部的部分，我们法务部啊，现在啊，根据106年的预算呢、我们补助地方政府的毒害防治戒毒计划只有8400万，我们真的有这个决心吗？8400万毒害戒毒的计划，鲍委员，那个我们去年已经有提高，那个我们希望哈这些的毒防中心的工作人员哈，表示能够来去那个九任，能够更专业。我们法务部对于全国啊只有8400万，我们可能还是要加强一下吧，这个预算太少太少。另外我们跳过，我们从补助民间这个团体好更生人，这个也只有4300万，以及最重要现在是戒毒安置的部分，我们现在戒毒安置的部分所有的人事薪资，我们这个法院好我们地检署的部分给的薪资都是只有一半而已，人员完全不稳定，而且其实他是完全的依附关系的，被安置的少年少女他必须要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如果你这些社工员以及我们管理师他们流动率这么高的时候，如何跟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建立情感？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他没有办法持续的在那边服务所有的个案，以及我们反追的部分的系统，所以让我们很多的孩子不断的流失了。一下时间，谢谢。所以这整个跨部会的整合，真的需要法务部还有我们所有跨部会一起来整合，否则永远永远只有我们贩毒还有吸毒更加的猖狂。谢谢鲍委员，我们相关部会共同努力，另外也跟委员报告。好，那这部分时间差不多了，请。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法务部把所有的有关于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我们这个所有安置机构以及中途之家，好，我们还有什么阻碍之家这些的资料，是不是可以给本席一份，好不好？好，我们协助他们赶快健全起来吧，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各位委员请不要见怪了，我们上次是因为协商，我下午的时间特别留下来要审预算，所以上午我们时间会抓紧一点，很抱歉。好，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再继续开始。规划好，我们都帮哪里去修？到时候请他们来找我们那个基金组。
是它都有经济的相关的这些的话，我们就比较有那个财要保证的情况。有份的话，这些是政府也是有它的一个限制嘛。那所以在我知道像那么，我是在工作室做昨天还是做的，就是那个是整个礼拜一有到花莲嘛，就是那个对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档案展，那个的有奖金。那这那陈峰呢，我们共同努力，因为但是经费上确实就是很欠，我们去把它去提升。有一个政府的预算，就大部分就是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希望成立多笔基金，多笔基金，然后你包括这部分的关键治疗、中途之家、更长的保护，或者是这些这些相关的方式。我们可能通过这样，或者像投放中心，就毕竟是有限嘛。对。那有限的话，我们通过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好。是什么？那光源的话，是像那个时候很多的新的这些的问题，因为有些的人都会，他们会被牵扯到去那个运毒啦，或者怎么样啊？这不是那个是在里面呢。好，我问一下。不用了，不用了，都已经设了一个办公室，我挺奇怪。所以说我们去年有提高了的一些的，但是当然还足够的，因为有些东西做，哎对，就是希望它能够更好，因为你知道它有九任的一个医院做的才会好嘛。哦，我流动性太高的话，它就没有这个就当就做不好嘛。我们去年已经有提高了，要求是1:4啊。哎，可是但是牵扯到那个政府的预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明年我们在任何准备要提出来。你可以去一些民间团体啊，去校园宣导这些，也团体都可以先这么做出来。可是你给这些真正要给孩子们，要给这些安定人士的部分，你却给他这么少。我们也是，对的，只是说这部分的还是不足，因为要去做好，确实也需要更大的力道、更大的资源。同时，那我们会不然我们希望明年，大概从毒品基金那边，如果是那个立法院或是通过的话，可能这部分就比较有效的解决，因为呢。他们有专门的一笔钱来，是做不好他的，是，有另外有些是这个原乡天乡啊，这些其实是更需要更大的关怀去提供嘛。好，谢谢委员，多谢，谢谢委员，多谢，谢谢委员。好，那我们这个继续开会哈，那请大家就坐。那在就坐的时候，我顺便跟大家做宣布，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踊跃哈，很多的委员都想要发言，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上午预计进行多半个小时到12:30，讲不到的委员我们就择期好再安排把它讲完，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请庄文雄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我们内政部叶部长，请叶部长。陈国恩署长，请署长。教育部的蔡次长，庄委员好。
我丁鹤哈，还有法务部的张次长，卫福部我们的叶次长，部长何次长。我其实我今天听了我们这么多委员的针对整个毒品的一个泛滥的一个质询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所有的执政团队的官员对这个问题是意识到了，连总统他也意识到了，但有一个大问题，就变成说吸毒的人数这个数字越来越高，然后呢你反毒的一个经费，我倒不没有看到说它是不是有增加，甚至有人质疑越来越少。在上个礼拜六啊，我们看到那个土豪在包整个整个五星级的一个饭店啊，小摩里面吸毒死亡，连在昨天呢、啊，行政组首长知道吗？哈，长里外昆丁啊，垦丁大街啊，毒品交易、枪战。所以这个让社会大众啊触目惊心啊。今天内政部部长、法务部的官员，还有我们卫福部的官员在这里，我相信全世界各国的反毒的机制跟方式啊，你们都懂。我一直在想，我们国家对这个政策该怎么办？我每一次看到德国、看到法国、看到瑞士、看到荷兰他们的抑制这样的一个毒品泛滥的一个方式啊，我看了我也吓一大跳，跟我们国内刚好相反。我保定姐你知吗？哈，法国设置自己的委员会，大家集思广益，别让他来冲。卫福部啊，等于你的卫生机构啊，开始奔来，要吃毒品的拢中来。这个如果在我们台湾来实行，那整个社会哗然呐、啊。可是我们也该去想一想，为什么其他的国家到最后会用政府去提供毒品的一个方式？到最后我们看他们的数字是减下来的。所以伯丁，这个我们国内跟国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对你冲击大不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希望啊，我们这个源头啊，大家都在讲啊，这个我们从源头把它给阻绝掉，强力的扫荡岔气。你看菲律宾就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如果在我们国家，那也是社会哗然，没有人权，激荡，不知道要怎么。但是我要警告各位啊，我要警告各位啊，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啊，你们说你们都很了解，警政署长你还说我就常常有案件我就给你破案啊，插旗的也很多，可是会造成一个现象，精英治国，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懂，可是越来越泛滥哦，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状哦。所以这个我希望你们都要警惕哦，尤其书记哦，你在查哦，你看我就抓我就破案了，但问题是等到有一天你要卸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夭壽哦，在我任内毒品最泛滥，那不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吗？大家都在做了，大家都在做了，干部嘛赶快呢，法务部也是一样啊。我今天不太想给大家太多时间来讲了，因为这些问题大家讨论的烂了，我反而觉得我建议我们的招委啊，一个月摆一次，大家来讨论这个数字，各个部位就有压力。我算不知道叶部长很有能力，把文就罢，结果拢中灾，全国全世界最多你拢中灾。但问题是，民众要看的是说现状，别那个压制下来。我告诉各位一个故事啊，我家己办公室真正接到个电话哟、哦。妈妈真的打电话到办公室来，跟我囝吸毒了、啊。那个沉沦的速度，那是快的吓死人。三个月沦为二级吸毒，到最后被引诱也去贩毒，这里好来得做正常的啦。妈妈带着小孩去投案，但是呢，妈妈也同时希望说，赶快戒毒得好了，卖我告不了的贩毒的记录了。你说警政署还能回答？卡塔乌西马灾啊，好可怜！贩毒就是贩毒，没得商量。妈妈无奈，搞不安怎你敢知？套路死掉，
你那关开，家己过。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谁知最知道我们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吸毒这一块？我觉得不是学校，老师不阿写吸干呐，因为老师不阿假扮行员了，家长他最清楚。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家长打得很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偷假婚。我偷假婚第一个啥物人知？你敢知？我老母第一个知。我老母一个他叫啥锤，一直甲我讲。我是讲是你甲我讲安怎啊？他洗衣服一看那个衣服了，味道就知道我偷抽烟。那吸毒也是一样啊。全世界戒毒那个逼告了。有没有可能，部长你回答我，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去仿效法国？你创建的委员会，全世界一贯先进的制度在台湾、哦、不可行了、啊，啊，但是至少是观念的一个冲击啊！我相信他们的国家刚开始也是大力扫荡，扫荡之后到最后投降，今天不怕多，我只能去应付那一些要头，把他强力的去扫荡。可是菲律宾那有个这位搞，安尼保定没安怎？每一个国家哈、哦。没有一个国家例外的，在过去扫毒的历程当中，都是真的翻转的很严重，而且受伤很多。你现在看到成功的，都曾经失败过。对，所以那个毒品的政策本身就是政府跟人民之间不断的在对话、不断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那如果以台湾的例子来讲，我真正要讲的是，不要只靠警察。当然，虽然警察要很努力。到现在为止还是要很努力，但是不要只靠警察。我希望我们台湾有那种心，认为对于吸毒的人，我们去面对问题，能够提供给更好怎么样解决问题，这叫做投资。刚刚你讲的那个少年家，如果他一直面对的只是会不会被警察抓，会不会放进去监狱里，他们家人当然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嘛，学校也不愿意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用一种开阔的心胸说，我们大家来面对这个问题，包括政府，包括社区，包括学校，包括家庭，我们都来投资，投资让一个吸毒的小孩子能够回来，我们国家的竞争力，我们社会的和谐，我们的治安，我们的发展，就是要靠这样一个重要的转型。如果这个转型不认真去做的话，只是靠形式的数据查记多少查记多少这样在满足的话，如果政治部门也是这样在玩弄甚至于消耗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话，那当然就是没有直接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向是很对的，这个想法我都可以接受了。安内来一个告白叶部长在讲这，你知影意思啊？吼，就是恁的责任比警察搁较重啦。下校的部门啊，恁到底有去想到无？要安怎创？这部分吼，甲委员报告了吼。讲讲伊嘛，我非常同意，我非常同意啦。嗯，好啊，所以讲学校方面，哈，大家拢一直讲认为讲学校有黑数啦。事实上，我们三令五申跟学校讲。如果有证据知道说学校里面有学生，那学校知道这个是他逆报的话，那个处分是非常严重的，哦啊，所以这部分在大力的宣导的这一部分，还有我们跟警政单位的三级合作，这些话我们都去加强啊，我们会加强哦，谢谢。啊，我蛮希望法务部家你们自己啊，其实也很多基层的员警在反映了，啊，刑事单位啊，你像比如说他申请监听啊，搜索票啊。他其实也遭遇了很多困难，司法机关来做一个把关，这都对啊。但是你们要去想一下，他们的问题怎么样帮他解决掉，有时候是在第一时间的问题啦。就是法务部啊，我觉得这个长期啊，这个整个警察系统啊，也一直在跟你们抱怨这一点呢，就促定嘛。也应该好好的去做一个研究了，好不好？好，谢谢。包委员，我们跟警察是伙伴关系哦，这部分我们会全力以赴。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兆明委员咨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官员，大家早，大家好。哦，我领，你领啊，那个很干净的啊。
首先我有请法务部长。处长。好，请我们法务部次长。委员好。我相信啊，毒品对整个社会家庭治安的危害的的确确可以称上万恶之源。而我处理了很多服务案件，一人吸毒全家遭殃，还有如果吸毒人不戒毒的，可以说前途一片的黑暗，可以把人生搞得非常迷迷糊。但是我今天看了很多的资料，第一个就是在法务部里面，检察官或检查的时候抓到吸毒的人或贩毒的人，到了法院里面，常常都会被指责，你怎么晓得这个资料来源？不是问那个小孩子或是那个贩毒人，你怎么做这样的行为？常常律师的攻防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借这个机会也请法务部要求跟我们的司法院协商。当然一直在讲人权，但是我听到基层新检讨，我辛辛苦苦去各个地方去做去听，哦，哪里有吸毒，哪里有贩毒去抓的话，到法院几乎常常被围剿的情形。您来怎样要去沟通协调这样的一个事情，不然警察的信心啊，哦，每次抓到毒品的时候到法院去审判了，常常到无辜的刁人，这个我要特别提出来，有人的提了这个问题。好，谢谢委员。那另外我刚刚庄委员讲的非常好，他很有了解的经验，吸烟跟吸毒是差了一大截，但以前保守的教育，吸烟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好像不良的孩子，我们都经历过了，但是不会让我们说上瘾一辈子。我要强调了，对于吸毒不能仁慈化，你一仁慈一放松的时候，大概会遭遇他人生困难，永远的沉沦下去。那今天大家所讨论的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在急速的吸毒里面急速的成长跟增加，那里面尤其16岁到17岁，95年到103年大概增加了40几%，因为他还没有公民的权利，所以他里面只有被管事，大家都应用这年轻人去贩毒去印毒，判得比较轻。所以这一方面你们要研究，要如何救救小孩子，你们要想出一套的办法。我听来听去又有人权又有人慈心又解决问题，要是我不这么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处理的话，让我们的国家前途会更来更无望。那我每次在讲学校教育，老师现在学生还老师麦克风压台记得，学校老师有管得那么青睐吗？那么人子每一个去盯吗？有，当然有，但是非常困难。所以周委员讲从家庭里面开始，家长要观念。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台湾的科技进步，你警政署法务部跟工研院化学研究所如果做一个试剂出来，只要放了尿里面检验出来可能就有吸毒的现象，给家长去测试，因为家长会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发现孩子有吸毒的时候他比什么还紧张。你也晓得很多忧郁症家里有孩子啊，一个吸毒的时候家里的父母亲大概都是会产生忧郁症，所以你也可以从心理学那边可以探出很多的消息，因为吸毒孩子都不敢讲。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找一个简便方式方法，马上查出有没有吸毒，讲了好几年不做，花了那么多的经费，最简单最熟效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加强。那现在又有一个观念说现在少年吸毒啊，什么不宜处罚，哦，要去教导，那个瘾一上头上来很难去教导，你要强烈的力量。当然我们部长刚才又部长我们要仁慈心对待，那个仁慈心很多，吸毒恐怖到什么样，为了吸毒的话连路边的那个水沟盖都会偷了拿去卖，电线都捡出来去卖，他是成瘾的，不要有仁慈心，该罚的时候要罚。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对于小朋友，我觉得我们政府要有责任，以我们的科技发达，找一个能马上测出来孩子有没有吸毒，这个生意非常大。如果我们发明出来，全世界会用。第二个，吸毒几次的人要去鞭刑，当然要侵害到人权。你看大家都摇头了，不能仁慈啊，不能可爱啊。你去碰到那个吸毒的人，你跟他谈话就晓得，当他表面非常正常，当他引上来的时候，什么都控制不了。所以在这边，我主张，如果吸毒的重刑犯，你就学新加坡这样重刑，不要学菲律宾说把他枪杀到，屁股打几开要怕，要给他苦啊，他才心里有戒心。另外，除了四句里面说你有没有吸毒，其实那个吸毒人很多人想戒，但是非常困难，就是那个药物我们要去研发出来，看如何能协助他们吸毒，用人权的交易，用什么交易，其实是功效有限。如果台湾我们新的生物科技，我们蔡英文总统真的要扫除，把这两个做出来，马上就能很多问题解决了。当然源头调查局跟整个部会都要去了，把源头挡下来啊。至于里面的重刑犯这一些，要四审四决把他财产归公，我看了、就会慢慢减低，但是这个一有成效的时候实在非常困难，所以我觉得要发明这两样东西，好好的去研究，变成台湾的国力，可以销到世界。我们有秘方菜，这个倒是一个方法，都是我在讲，你们都没有在讲，回复我的话一下。鲍委员，谢谢委员的一个指教。有关于那个这一部分呢、那个在今年呢、那个法务部已经跟我们相关的司法警察机关已经有展开了四波的铁环大扫毒的一个行动。那其中对针对少年警政署特别还发动了那个两波的一个专案。啊，我晓得你要讲的官话，我现在问你说，找我们去研发一个能试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吸毒？另外一个药能不能去戒毒？我们好好去研究中药、西药什么方式去研究出来。如果这个有效的话，整个世界上市场都是我们拿的嘛。鲍委员，关于这一部分呢、那个卫福部跟科技部哈、有在没有？你们要来主导啦，他们不管他们的业绩，跟他不重要嘛。你跟啊，卫福部跟。跟那个跟内政部整个召集起来，你跟他三个合影。因为这事情对有否尴尬？你好没有时间啊！你法务部跟警政署的跟内政部的呢？我知道。另外哈、有关于这部分呢、我们的近期啊也有召开哈、我们相关的会。我现在讲说如何解决重要，你定期召开，真的讲啊，当然抓非常重要了。但是不是？如果你把这个做下来，能研究成功的时候，第一个，台湾可以把产品卖出去；第二个，好、又能台湾的吸毒人减少下来。你这样跟我回答，大概我国语不怎么好，你没有达到我精准的目标。我问你要不要这么做？你说我开会开的怎么样会？天天在开会，如果开会有效，吸毒人口就不会增加了。好，我再问 A 部长一句话，好不好？处长，不瞒你讲，咱讲话来讲重点嘛。我再一下子，再一分钟。好，陈伟，是吧？我晓得你很有仁慈心。现在大家对青少年，说宜家不宜法，但是我仍然跟部长提出观点跟你不一样。尤其这个吸毒的药瘾非常的重，我是觉得不能有仁慈心。我们要想尽办法，不是辅导劝导，一沾上是永远难脱身的。所以我觉得从最基本，你做一个司机出来交给家庭孩子的话，尿尿出来我要看你有没有吸毒啊。我相信家长很愿意做，人权的问题，保障自己儿孩童未来的发展，这个能做得出来，一看有吸毒马上报，你爱安的做啊。当然我们要辅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所以庄委员讲说母亲停止就业，很多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吸毒把那个药能研发出来，让他能戒瘾，这个才是双重的管道。第三，外面里面全部抓嘛，好几个系统下来才有效，不天天开会，人口或者吸毒人口一直增加。
想出有效的办法。我回应你的想法了哈，这个不是说人不仁慈了，而是人民的困难，很多家庭都面临小孩子有吸毒的问题，人民的困难，我们政府要协助要解决了，不能说只是单纯要去抓人家了，一方面强调，一方面强调要制裁，一方面强调要这个源头要管，但另外一方面把所有人民面临的困难，我们去关心他，去协助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回来。你这个心非常好，其实家里吸毒那个家长非常困难，他很困难的，他又不敢对外面讲，对，只能偷偷的闷在心里，苦在心里啊。对，啊，你不要这个代志，你一定要想出来。虽然结合，那结合政府、社区。家庭、学校的力量，把力量发挥出来。把它戒掉的方法，只有这样，爱的力量就能发挥出来，很少了。那么做母亲都是爱的力量，用爱做根本，但是要强化行政作为。因为我们下来要协商，我们主席时间，谢谢你啊。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国大使委员。主席有请部长跟署长。好，请叶部长跟陈署长。郭亮说：“委员好。”部长好，我们讲了一整个早上的毒品哦，我想请问您，您念得出来的毒品有哪一些？毒品包括一级的哦 ，cocaine 哦，那二级的安非他命，三级的 K 他命哦，四级的一些制剂跟半成品跟原始原料，嗯，那这些都是我们毒品的各种类型。嗯，好，那请问署长，那我们也是讲了一整个早上的毒品，请问您可以念出跟刚才部长不一样的毒品吗？还有哪一些？我们现在旧有的毒品大概大家都清楚了哈，嗯，那一级毒品海洛因、麻灰、鸦片、古柯碱，还有其他相类似的制品；二级安非他命、大麻、摇头丸、摇脚丸、伊丽莎。三四级毒品 ，ketamine、MM2、一粒棉，但是这里面他们的学名，像新兴的毒品里面最多的是卡西酮类的，占40%几，然后安非他命类的，还有类大麻的先驱原料等等，还有一些像我们俗名叫预言、叫喵喵，大概这些都是最近的毒品的一些名称。好，署长跟部长其实都十足的掌握哈，但是我要请问您，在有一种不知道跟称它什么，坊间啊称为笑气。Laughing gas 这种东西，不知道部长你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它是一种二氧化氮，是一种又可以作为医疗用，又可以作为工业用的气体，在医界呢被当作这个麻醉用的气体。那么在工业界或是汽车界会被用来做这个氧化剂，作为发动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增加发动机的输出功率的一种气体。结果我们有民众。把它用嘴巴拿来吸到身体里面，那么这种医药或是工业用的用品吸入人体之后，可能会因为很短暂的这个晕眩，让人忘记烦恼哈。可是当你吸入笑气，因为氧气过少会引起窒息，会短时间导致你的智力、视听能力都恶化，你的手的这个灵活度也会降低，长期接触会导致缺乏维生素 B 群、肌肉麻痹等等。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附表，可是这当然是法务部整理的附表。这样的笑气，在这个附表，还有包括署长您刚讲的一二三四级的毒品清单里面，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带各位来看一则新闻，这则新闻也不过是今年三月发生的，地点在桃园，贩卖笑气的厂商还给自己的店名取名叫“欢乐送”，24小时随call随送。大瓶的卖2500，小瓶的卖2000，消费满10瓶送1瓶。好，而且呢还附赠气球跟绿嘴，好快乐。那么当时哦，这是今年三月，这个部长您还没有来，部长您先回座好了哈，啊您先休息。可是这个署长啊，您应该或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这个案件。那么这份这个法务部的毒品列表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您刚刚也念出了非常多一二三四级的毒品，但是呢，
您知道吗？笑气不在这个管制的这个毒品的清单里面，结果这一案厂商被判无罪，那您有什么想法？这个过去在第一线服务的时候，我们查过很多，尤其在 KTV 在一个场所里面，他们都需要用笑气来助兴的哈，但会的确对人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那么我们警察单位也报过说希望把它列入，但是工业单位因为说影响层面很大，所以一直都没有列入毒品。对，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凸显两个层面的问题。以这一案来说，第一个凸显问题就是恐龙法官。因为法官说什么？法官说，因为笑气没有办法以医用的气体列管，因为它可以做医疗用，它也可以做工业用，有多重目的，所以你不能说它是被列管的医用气体，在定义上呢无法可管。而且也是因为它虽然有医疗用途，也有工业用途，所以无法视同药事法所称的毒品，所以也无法可管。所以法官只好做出这样的恐龙判决，因为我们的国家针对这一类的气体有恐龙的制度，也无法可管。那其实这种欢乐颂，大家看到这种钢瓶非常的惊人，因为在一般的民宅就可以看到这种钢桶排排站的景象，并不奇怪。而且我指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亲眼看过，我亲眼看过在一个非常巧合的场合，竟然有人带我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走到了那个空间，然后看见吸食者精神涣散的模样。而且我这边要请问署长的就是说，因为无法可管，所以这样的钢桶竟然可以大辣辣的在一般的家庭里面出现，这怎么办？我想我们还是警察是还是要依法来执行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指令。好，我跟你讲，法务部对法务部主管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有关毒品的定义跟分类，他这边讲说，像这一类的笑气这种气体要另以法律定之，所以在法务部的主管的这个架构里面无法可管。那结果我们定了药事法，药事法第四条又说，这个所称的药品跟医疗器材啊，这个是药事法所称的药物。可是以桃园这一案又说，因为它也可以做工业用，所以它也不在我这个列管的药事的范围，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啊笑气红到了英国去。我们看到2014年的一则报道，英国自己发现，2006年到2012年，在英国有17起因为吸食笑气死亡的案例，结果厂商是台湾的厂商，是台湾一家叫园林机密工业。但是我现在要说的不是说这家厂商生产怎么样的笑气，因为其实它都是合法的厂商。可是重点是管理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卖给中盘，可是中盘之后他要卖给谁，他也不知道。就像我们现在在坊间都可以看到笑气，而且非常轻而易举。所以我想请问署长，这个状况要怎么办？这个根本不在我们的药事法管制的医疗这个药品，也不在我们的毒品管制的1234级的药品里面。刚报告说，我们在第一线执行的时候，都会做依法取缔的动作。那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变成这个药事法或者是工业原料里面的一个管制。我想我们检察机关还会持续反映，希望能够来协调来处理这个问题。中山医学大学曾经对笑气 （laughing gas） 做过调查，针对曾经接受保护管束的青少年做过调查，结果笑气最盛行。当然这不是最新的，这个调查大概8-9年前的调查。那有没有学界经针对笑气做 update 的，我们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可是在7-8-9年前，这个笑气最盛行，占所有这个药品里面的 1.3%， 其次才是摇头丸 1.2%。 为什么？因为青少年认为说它副作用很低，而且重点是他们认为不会成瘾，他们认为好便宜，垂手可得。所以我认为署长您可能我们有非常多查缉毒品，包括总统也宣誓我们绝对要反毒，可是针对这一类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包括到底是工业用或是医疗用的气体，它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而且其实尤其在中低收入阶层的年轻的孩子里面最盛行，因为它相对便宜。所以署长，你最后可不可以再清楚的说明，你要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包括我们卫福部，包括我们经济部，还有我们警政署法务部，我们一起来研究，看能怎么样来处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要尽速处理，谢谢署长。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质询。好，请主席先邀请内政部部长还有法务部次长。好，请叶部长跟次长。哎，部长好。这个查缉毒品啊，反毒啊，在立法院啊，我在立法院第五年啊，几乎每年都要谈这个问题，但是成效几乎是越来越差。上礼拜六，我在地方参加一个反毒大游行，是地方的福伦社社团，台中市的，他们分区开始在办，为了鼓励这一些国中生来参加，他们寄出了好多的摸彩品 ，iPad、iPhone 什么通都出炉，还送每个人送一件 Polo 衫。你知道一场下来，我问那个啊主办者啊，这起码上千万，这是民间在反毒，他们已经看不下去了，真的看不下去了，政府没有作为。看到孩子这样子，药头往下扎根，你知道吗？大家觉得说，这再这样下去，这国家会完蛋啊，所以都站出来，纷纷站出来，花再多的资源，由下而上，要来推动反毒。但是我们的政府单位，我必须讲啊，不管是大家在谈说是不是政府有没有要除罪化这个问题啦，可是现在我们的法规漏洞。还有处理方式，我必须讲，有太多是让外界啼笑皆非的。啊，举个例来讲，我请问一下，现在 K 他命列三级，对不对？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除罪化状态，哎，基本上就是哎，他有没有刑责 ？K 他命三级，按照防治毒品条例呢，那他是主要是行政罚。对啊，他处罚，而且他20公克以下，20公克以下没有刑责，哎。对啊，对不对？没有刑责嘛，所以他是不是除罪化的状态？他基本上就处于一个除罪化状态。委员，我们在讲除罪化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要比较讲究一点啦，是什么叫做除罪化？因为罪有很多种啦，哈。如果谈的是刑罚，啊，过去威权时期确实有很多规定在刑法里面的，那慢慢的我们把这些刑法、行政刑法的规定去掉，这叫做除罪化。所以部长，我请教。所以我这个用语哈，我觉得一直用的。我其实今天不想讨论除罪化的问题，我想讨论一个问题：一二三级，其实一级、二级啊，管制的相当的严。对，有没有？有。相对比较起来，你现在查到一级、二级的也比较少，吸食的啦，我说吸食的啦。吸食的来讲，特别是在学生阶段，还是以三级为主。你们想过为什么？为什么三级为主？为什么不是一二级？因为它的成本相对不一样，啊，投入的各方面的成本相对不一样。现在因为三级的状态，所以很多的学生是把拉 K 当交际 ，OK， 拉 K 当交际，就好像以前我们在抽烟的时候，你吹个怕几个问候你姐，不用钱。这是当友谊交朋友，现在拉 K 变成这样，高朋友啊，来拉一下，已经变成这样子，所以这是它严重之所在啦，哦，要不要除罪化，大家可以讨论。可是面对这个现象跟状况，你们要先理解，才有办法来处理啊，哦。更何况我们自己相关部会怎么讲？他说 ，K 他命属于成瘾低。成瘾尚需科学证据的娱乐性用药，天哪 ，K 他命叫娱乐性用药啊！我们都还不敢讲说香烟是娱乐性香烟啊，我们居然讲 K 他命是娱乐性用药，那还得了？如果政府单位是带头在用这样子的言辞形容 K 他命的话，那学生当然把它当娱乐性啊，所以校园没办法，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防治啊。而且通常吸食到最后变药头，所以这个药头是往下扎根的。K 他命变入门，再过来一二级，啊，因为 K 他命的风险被抓到被判刑的风险相当低。我再过来讲，依照我们刚刚自己讲的毒品防治条例里面，
有提到说评估毒品的三个等级、三个原则，一个是什么？成瘾性，一个是滥用性，一个是对社会的危害性。我请教 ，Ketamine 哪一点不符合这三的？你会讲说啊，成瘾性低啊，错了，错了。当他变交际的时候，他成瘾性是很高的哦。当他的刑责低的时候，甚至没有刑责这个行政法的时候，他非常容易成瘾，对不对？所以你要讲说成瘾性低，那是照这一个药物本身，如果我们是用在正常的医疗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他成瘾性低，所以可以来做一些科学的用药。但是当他变毒品的时候，他是成瘾性非常高的啊。第二个，滥用性有没有？绝对滥用。对社会的危害性，哇，那不得了！你知道有多少的家庭深陷其中吗？部长，我为什么提这个？就是希望你要去思考啦。真的，我们过去立法委员啊，不分朝野，不分蓝绿啊，大家都有提过把二级改三级。当然，法务部一再的反对，他认为说这有困难，这中间会产生，比如说 三级改二级，还是二级改三级啊？三级改二级，抱歉，三级改二级。大家认为说这个会监狱人满为患，会让下一代留下污点，留下记录。好，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请教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好，特别是重复吸食的、药头的，你要不要处理？我具体来讲啦，重复吸食，如果是他第一次吸食三级的，你可以说基于他被朋友所诱惑误导，好，行政法。那第二次、第三次的咧，就不用继续不用罚吗？这可不可以延役？可以啊。第三个，贩卖三级毒品的药头、贩卖者，要不要加重刑责？过去100几年的时候，我们有修法加重过，显然没有效果。一级是不是抓到是死刑或无期徒刑嘛？对不对？法务部次长对不对？是，没错吧？三级的药头是判什么罪？7年以上是不是？其实太低，你看看杜特地怎么样打击毒贩的，抓到枪毙啊！贩卖毒的抓到就枪毙啊！部长，你们要拿出这样，那个、不值得我们学习啦、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枪毙，可是人家执法跟执行的魄力，我就是要打击毒品，你们要拿出那种魄力出来。委员，我对于啊，为 Ketamine 现在三级是不是要改为二级？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那事实上这个议题也是长久以来一直讨论的议题、哦嗯、那但是呢，基本上对于 Ketamine 现在、哦、这个普遍存在在青少年、哦、或者是应该讲年轻一辈啦、哦嗯、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当然要去努力、哦、那委员认为二级三级这个当然这个部分的修法，但是要搭配行政配套，这我同意。但是我必须讲，法务部很消极，面对这个问题都不敢直接面对。好，配套也没有想过啊，但是只一昧的拒绝而已啊。我再举一个例啦，为什么是20公克？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是20公克以下就行政法？为什么不是10公克？你知道20公克可以提供几个人次吗？60个人次。60个人次、欸，那这不是变相等于在贩毒吗？他持有20公克，可以让60个人来吸食啊。你说严不严重？持有20公克，不用被判刑，没有刑责，他可以拿这20公克来分给60个人来用。你说严不严重？严重哎、欸，那这能不能改？可以改啊。20公克是哪时候定的？市长，你清不清楚？在立法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不过有关于这部分，我们的跟相关部会再做那个相关的一个检讨。我觉得不能每一次都用这种来搪塞了，如果没有拿出具体作为的话，毒品很快会消灭台湾。部长，你的责任非常的重大，大家其实都在看，也在期待说你拿出一些作为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这个没有朝野的问题，没有蓝绿的问题，因为只要毒品危害台湾，分蓝绿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啦。好，对，我认同你看法、哦、责任重大、哦、我也要呼吁、哦、对毒品的问题、哦、确实是要从整个政策社会结构
各方面都一起考虑，不是只有单纯强化刑法。如果单纯把所有的力量都认为只要刑法强，问题就解决，有时候反而是反效果。这也是我要跟委员沟通的。好，这个、如果这样，如果说你们认为强化刑法不是你要的方向，不是唯一的方向，那你其他的配套，你必须让我们有信心。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但是要拿出来，不能每一次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听的结果都是一样，答案都是这样。部长，你的答案啊，跟上一届的我们在立法院听的是一样的。好，谢谢。好，继续钟嘉宾委员。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午安。那么有请我们叶部长，还有蔡清华次长、张斗辉次长，以及我们何启功次长。不好意思，一次请四个哈，大家比较热闹一点。次长，哎，钟委员好，部长好啊。今天的题目是呢，如何强化整合跨部会资源，全面防治毒品入侵校园，并且呢，来检视各部会的反毒工作能否发挥最大效率，对不对？好，那我请教一下，您看一个图啊，这是全国的反毒架构啊。有包括教育部要剧毒预防，卫务部要反毒监控，法务部要企图合作，卫务部要毒品戒治，内政部在哪里？内政部是配合在法务，是主要是以法务部为主，但是里面包括法务部、包括内政部、包括官务署，我了解，包括所有这整个企图的团队。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疑惑，因为我一向认为呢，这个题目应该是以法务部为主，所以您请回，谢谢。好，那么法务部哈。目前全国各地方政府的毒品防治汇报是由法务部来督导吗？欸，不是，那个毒品防治汇报，那个行政院是每三个月开。好，那你们是主政的幕僚单位，工作小组，对。好，工作小组好。那么你知道在地方政府，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汇报在直辖市跟非直辖市是谁在负责吗？不知道，对，来，没关系，你请旁边等一下。通常都是卫生局，那个部分是社会局。来，曾经当过高雄市卫生局长的何次长，还有我们蔡次长。来，你们两个都在高雄市政府，可能有没有从有不晓得，都担任过，一个是教育局长，一个是担任卫生局长。请问在地方政府，在直辖市的部分，怎么样去落实贯彻毒品危害防治的问题？在地方我们是以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是由卫生局来负责整个业务。多久开一次会？基本上每一个县市不一样。OK， 那在以高雄市你所经的为例呢？我们至少一季会开一次。一季开一次，那是谁主持？原则上是希望从副市长层级的来主持。对，那副市长主持过，你有没有主持过？有，如果副市长有困难，就是我主持。OK， 那在这个一季主办汇报的时候，教育局要不要派员？也都要，跟中央的类似，不会。好，请问蔡局长，你在担任局长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我印象中我参加过一次。好，不错，好，来，接下来两位比较辛苦一点哈。其实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呢，我刚刚非常认同叶部长所说的哈。其实毒品危害防治啊，在我个人我在担任屏东县副县长的时候呢，我每一季要主持一次那个汇报，而且呢，当中呢这四个组的报告当中啊，我听的最轻松的就是什么企图合作，因为每次呢我们的警政同仁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企图的成绩，贩毒的制毒的警察真的是有效率，所以我从来比较不会去困扰企图的这个部分，所以什么请部长啊叶部长呢不用上来，但是呢我觉得最头痛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毒品戒治之后，尤其是毒品涉嫌人他出狱更生人的部分，几乎很难辅导，几乎十个出来啊，很快的五个月再进去。所以呢，毒品在我们心目中，你要让更生人能够重返正常社会，那个力气跟成效实在非常的困难。所以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就是教育部门，我们千万不要让的孩子不要去碰到，完完全全不要让孩子碰到。远胜过于你事后去让他从毒品的泥淖拉出来。两位曾经担任过局长的两位次长同不同意？非常同意。好，你也是吧？啊，对。那我认为呢，不是只有把毒贩抓起来，不是只有把毒品查缉，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风险策略管理，把他毒品所存在的栖地消灭。我接下来说的，到底毒品犯是病犯还是罪犯，我们先不论，我们看下一个。其实毒品呢，在我的了解当中啊，可能担任过教育部门的比较清楚。基本上，学生滥用药物就是两个原因：失业跟忽略。失业看起来跟学生没有关系，但在乡下一个社区，如果青少年人口失业率高，
这些在学人口就会受到这些游手好闲的青壮人口的吸引。大家不管有的无的啦，外妈抽啦、饮酒啦、好偷物件啦，这些没有就业的青壮人口会对我们学校的在学青少年产生一个吸引力。另外呢，就是忽略，为什么？可能在都会地区，因为父母呢必须去工作，尤其是单亲或隔代教养的这些高风险家庭，孩子容易受到忽略，所以呢，他就可能会去想要接近，想要透过药物滥用来解决他的问题。市长，您的经验是这样吗？是的。好，那所以呢，我们要策略是怎么样？我觉得所谓的跨部会啊，其实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这个毒品不会毒贩中产生，但是让孩子在课余时间有多的很多的正常的活动来参与，就可以降低。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呢，不要让这些主角这些资深人口啊去接触学生。其实呢，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从老师身上学的。他说，其实会去有药物滥用的方式很好察觉。一个如果国小就会抽烟被抓到，他上了国中叫槟榔，他很快呢就会接触毒品。这样的孩子很重要，就是在两个阶段要注意。第一个是转学的阶段，第二个是升学的阶段。因为他从这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从国小到国中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管理的一些情况，如果老师追踪辅导的做得好，这个囡仔吼，各色的王俩就结婚吼，各种的老师啊，校长啊，你要加注意一下，加加关心一下。伊就要去补槟榔，补槟榔不是讲瘾头的发大，他有这样的倾向的学生，他会接触一些人，自然会拿到槟榔，会拿到毒品。这样的学生啊，咱讲一粒番仔会加一汤汽油啊，受到忽略的学生你不容易看到，但是呢，受到忽略的学生他容易受到这些已经有瘾头的，假婚的先入炸婚，有补槟榔的先入炸槟榔，有假毒的先入的炸毒品，他就会让其他的小学生呢去尝试去适应。所以我们所用的呢，就是透过尿筛把这些可能已经有余型的学生先锁定，然后呢，我们尽量的给他其他的辅导，减少他跟其他学生接触的机会。所以呢，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这里呢，两位局长你要分享给部会长，再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在地方上啊，有一个叫强迫入学委员会，有没有主持过强迫入学委员会？蔡局长、蔡长有吗？哈。那么何市长，你知道这强迫入学委员会有什么关联吗？你有没有主持过？你有主过毒品危害防治汇报吗？你们两个有没有轮流去参加对方的这个汇报过？他这部分都没有。好，我就告诉你，今天不只是跨部会，在地方这种的跨汇报，因为强迫入学委员会啊，只要学生中错，我们就会整理个案。我刚刚讲到的那些东西，都不是我在反毒品学到的，都是我在反中错主持会议的时候，老师们告诉我说，中错生为什么中错？因为连续三天无故旷职旷课，就叫中错，对不 对？所以学生呢，星期三都会来上课，星期一、星期二不要来，星期四、星期五绕跑。为什么？因为他星期六、星期天呢、啊，他嗨了，他拉 K 了，一二来被验尿，尿筛出来会被抓到，星期三再上来，已经没有那个残余可以验着。所以这些药头有药瘾的、啊，他都知道一二不要来，因为星期六日才拉过 K， 星期三只要一来，他就没有列入中错，不会被提报，不会被追踪，对不 对？所以呢，这些人啊很清楚。所以我们从反中错的、防止中错的汇报上得到经验教训，可以用在毒品的防治汇报上来。所以我以这个为例，接下来呢，我不知道跟业部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说的是法务部。今天我们在地方政府，我们单单是两个地方政府同时管辖的反中错的汇报跟毒品防治汇报，我们如果没有经验交流，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去做防止校园毒品入侵。所以呢，我希望法务部啊扮演一个角色，跨县市的经验交流跟传承是法务部可以做的。说不定高雄市做得很好，桃园市做得很好，台中市做得很好，我们会互相交流来互相学习。法务部未来可不可以朝这方向努力？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最后呢，我就两个小小的建议哈。我们目前呢，七月开始啊，三次级毒品五年的累犯三次要列入辅导，谁辅导？卫生局在地方去辅导。但是我们卫生局的人员不是警察，所以呢，这些被辅导个案他不知道，我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拒绝，所以呢，常常遇到说我们他当事人不晓得他已经在五年内累犯三次之后，他被追踪辅导。我们希望这个部分法务部你们的系统呢，必须明确的告诉他，他第三次被执法查到的时候呢，告诉他你会被追踪辅导，以后卫生局会派人去找你，你要接受辅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另外呢。三四级毒品的部分呢，其实何市长应该知道，我们屏东医院目前呢，它有一二级的毒品介质，但是没有三四级的毒品介质。 K 他命
是第三期的，希望未来卫福部支持在公立医院、在部立医院能够也视地方的需求成立三四级的毒品戒治，可不可以？这部我们要加强宣导。好，来市长，我们卫福部全力配合。好，那就拜托蔡市长哈，你们要多加油哈，你们可以告诉各县市，尽量把那个毒品外防治汇报跟反中错尽量结合做经验交流。谢谢。好，谢谢，谢谢委员。好，继续请赵天麟委员。啊，谢谢主席，我们请那个部长跟各位次长哈。好，请部长与次长们。哎，部长好，跟各位好哈。我想就是我从上一届到这一届，来，包括我在当议员的时候，我对于毒品的防治，就是认为应该要全力以赴。那对毒品深恶痛绝，因为它实在是对国家伤害太大。所以对于蔡总统上任之后把这个列为施政中的重中之重，我是全力支持。那当然也我们就接下来分成三个角度想说来跟各位做就教。那打击毒品的话，我想三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是向上溯源，一定要把药头药的源头一定要把它这个做那个全面的这样打击。那社会弱势的关怀网跟戒治的戒瘾的这个治疗，我想这三个部分跟你讨论。第一个呢，我想要先肯定的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警政署跟法务部大通力合作哈，那最后把这个这次的这个古柯碱，好还是海洛因呢？古柯碱，好，然后做那么大的一个破纪录的一个部分是好事，但是我希望它不要只是一个因此而自满，也不要因为以这个为终点。所以我第一个想要请教部长的是说，向上溯源的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当然，如果是机敏性的计划，你不用在这个地方说。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了解的是说，不是只是一两次的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是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标？因为后端怎么样去加强戒治的效果？怎么样让这些黑数站出来？这个我们待会讨论，我们也会支持。但是您刚刚一直强调的，我们一定要溯源，把那些源头，不管是边境的，我们在海内外的，甚至从中国大陆那边那么多毒品过来的，我们要把它打击的那个目标，你们有做什么样的设定吗？我想哦，一方面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哦，缉毒这件事情确实是团队的工作。前一阵子其实是以调查局为主，他们破获的那一个哦，这个 cocaine 跟那个甲基安非他命哦，一个200多公斤，一个50多公斤，是当然是相当成功的。但是除了这样大案子以外，每天常态性的警政机关、缉毒单位各自合作之下，其实不断的在面对这些问题，好，不断的在处理，而且不断的都有成果。只是说这些成果，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大案子，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有大案子，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努力，不断的在查缉是很重要。所以刚才看到有一位委员提出了数据，我说，哎，现在怎么变成这个50000多件，好，那怎么那么多？那是不是毒品越来越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其实是更加强查缉了，所以那个量有出来，不管是人数，不管是件数。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听非常耸动的话，非常耸动的什么计划，但是我们警察机关配合法务部、配合海巡署啊、配合海关。常态性的不断的把这个网络扎得很紧，其实就是去打击源头、吓阻源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啊。好话可以讲出来，好的工作是要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很重视啊。那尤其是这个蔡总统把这个当成是很重要，所以治安里面毒品跟诈骗这两件事情是我们重中之重。所以毒品的部分当然一点都没有松弛，而且我们只要按照这样子常态性去做，我相信我们把源头的部分会越来越多，抓的是药头，抓的是贩卖的基地，抓的是运送的网络，而且甚至于要跟国际合作。我想这一些我们最想表现的是决心，而不是只是一些口号。好，那我们就要用这个部分，希望持续监督跟检验你们，因为我知道对警察同仁第一线，或者是我们检调人员非常辛苦了哈。那我包括我们今天卫福部这个教育部的第一线的老师啦，这些社工人员都很辛苦，我知道。
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的是说，如果没有把源头把它这个缩紧，没有把源头把它打击，其实那让它泛滥到基层的时候，我想那都疲于奔命。对，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我需要一定要持续把它做下去。对，那但是我接下来要给各位看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关怀，社会弱势的关怀网的部分有多重要、哦。我们来看那个数据哦，用药人口的分析里面，我们有看到哦，其中教育程度是在这个高中职以下的，竟然就占卫福部104年药物滥用案件统计资料里面的86%，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于教育水准比较低，以至于它可能在社会上相对比较弱势，或工作寻找比较困难，让他可能怀忧丧志，或者是比较没有自信心，或者是各种社会关怀的条件不足，那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再看同一个报告里面，因此无业的或他从事的是劳力密集工作的，他因此药物滥用的情况之下，就占了六成七之高，也就是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我看看到很多委员，他用他的田野调查，在基层的经验也发现这种现象，无业的或者是劳力密集的、经济弱势、教育弱势的，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看下一页，而这中间就发现，我们除了在学校里面，刚才已经很多委员鞭策，我的看法跟他们都一样，19岁以下占27.8%，那是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统计。可是我们却也发现，20岁到29岁的部分，占有43.6%，更是大中中的大中，也就是代表什么呢？他出社会了，但是他出社会呢，在他可能第一开始建立起他的工作的时候并不顺利。如果我们对照刚刚那个数字来讲，他可能在工作的寻找上不顺利，他无业，或者是他从事的可能是薪水比较少的工作，那这样的人占了43.6%。那如果再加上这个30岁到39岁的话，占20.2%。换言之，我们最有生产力的青壮世代，整个都被毒品所强害的很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先请教这个部长的事，或者是我们卫福部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救助的部分，我们有什么样的关怀网？因为教育部它的体系自然就会去做照顾，可是刚出社会的这一段，我们要怎么去？我先讲一下，然后等一下请那个卫福部来补充哦。委员很多不同的统计方式，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讲到一个重点，我要呼应一下哈、哦。如果按照我们的详细的看数字的统计啊，18岁以下是一个关怀点，对。另外就是18岁到28岁是个关怀点，是。就如同我们开始要进入这个社会了，18岁到28岁，如果以 K 他命以三四级毒品，然后使用20公克以下这样去算的话，我曾经把那个数字兜起来。比例高达占70%-80%，是。那你可以想象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是青少年，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希望的是说，在这一段，我怕恐怕会是最忽略的，因为离开校园了。可是呢，这个他又是这个整个是刚刚出社会的这个阶段，我希望能够重视这个部分了哈。那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提一下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都是卫福部的资料了哈。我发现我们现在用关的、用抓的，效果真的很差哎。你看我们现在六成以上的用药史哦，是超过6年以上，然后再加上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监狱里面所关的，我们发现有现象，监狱里面有一半是关毒犯，就是吸毒者了。然后呢？可是这些吸毒者他的这个戒治的情况非常差，他等于有六成以上都是已经使用的用药史超过6年。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的是部长或者是我们何次长哈。所以你们现在用的所谓的让他们可以被这个戒治、被治疗这样的一个部分，有人把它污名化叫除罪化，可是我们的刑法并没有改变。所以我支持，但我希望你们再讲清楚，就是说你们的方案怎么帮这些人达到真正的戒治，而不是把这群一关再关、一关再关，然后最后人生完蛋了，监狱爆满了，可他们还是继续一犯再犯。最后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教？跟我们报告，主要我们现在有替代疗法，有这个非押专案，当然有补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到社区化的一个
介入，也就是他还是在他的社区里面生活，在戒治的部分用这样的方式去，而不是把他拉到所谓关起来或者是一个集中式的方式管理，让他跟原来的生活不会脱节。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这一个模式，是这样的。是，我很支持刚陈昌明说的哦，包括庄瑞雄委员说的，就是真正的家人社区都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呢，可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治疗，所以他们躲在黑数里面，要让他们站出来，但是要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不能够造成社会的恐慌、社区的恐慌。我想这中间的平衡很重要，要不然的话，除罪化的问题一直会被提出来讨论，而事实上没有。但问题是我们这样的介质要有效果，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加强。谢谢。好，继续请邱志伟委员。啊，谢谢主席，有请内政部叶部长、警政署陈署长、刑事警察局刘局长、法务部检察司余副司长。好，麻烦。邱委员好。同样的问题，我在上一次您来的时候跟你请教过，新闻频道、新闻媒体要提供给民众资讯，有用的资讯，或者是知识，提供的讯息全部都犯罪的讯息。犯罪的信息每天从早到晚24小时重复播放。举一个例子，有一个金藏的朋友，他没有服用药物，他受不了，他在捷运站伤人。捷运站伤人这个影片，你当然远景去处理，远景处理之后，这属于刑事不法，依法不能公开。结果全部媒体都有，逼着他妈妈为了他这个金藏的儿子，必须出来跟全国人民道歉。为什么会这样子？还有远景执行所谓那个违法停车，跟民众起口角，他泼上他个人脸书，他执行这个取缔这个违法停车，这个也算是执行公务啊。这当然依法不能公开啊。另外还有压制追捕的嫌犯，追捕嫌犯的过程，你当然是属于你们警方在处置的作为嘛。不管他是毒贩，还是这个枪击要犯。这都属于刑事不法嘛，所以说这不依法不能公开，所有的媒体都拿到。还有取缔酒驾也是啊，有取缔酒驾所有的画面，我不相信有媒体及人民等，全部都是警政机关提供的，所有的媒体都有。然后呢，采访完之后，到他在现地再去做一次采访之后，做一个还原报道之后，再去问当地提供这个讯息的派出所主管或者是分局局长。我先请一下警察师。对于侦查不公开、违反侦查不公开，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部我们高检署都有在测录，对有没有违反不公？有效果吗？副市长，你今天中午去看看，从12点到1点，最起码70-80%，所有的新闻台都是犯罪新闻。难道台湾是犯罪天堂吗？到处都吸毒犯吗？到处都是酒驾犯吗？为什么不能报点这个正面的讯息呢？谁提供这些影带？署长、局长，谁提供这些影带？这个委员，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关心的哈。事实上我们，不能关心没有用，你要拿出积极的作为啊！我们警务指挥中心跟刑事警察局每天都有派人监看，我们只要违反侦查不公开或者是个人隐私的部分，我们都有处分。那像这个。组长，我告诉你啊，你过去3年平均一年取缔50件，平均一个礼拜只有1件，一天大概我本席去看一下，随便都有10几件呐、啊。那有差跟没差一样嘛？部长，你做我警政署主管机关，你要正视这个问题啊！所有的家长都在跟我反映，我看电视台，这新闻媒体都是犯罪新闻，对小朋友教育怎么样？对明星事迹会打击？这变成一个惯例，所有媒体他都要去找警政机关寻求画面，寻求这画面依法不能提供啊！啊，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都出现，每天都出现，每个小时都出现？部长，你回去你办公室啊，早中午开始看，看到下午2点就好，最起码70-80%，你又看到哦，哇，我们国家是怎么样了？为什么治安乱成这样子？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部长。
我想这个哦，这个议题哦，我会再找警政署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哦。那我也会坦白讲，我也了解一下，我告诉你，我是没有机会看那个新闻的。你讲的新闻，但是我会了解一下。那这当中当然有一些原则要守啊、哦。那我同意委员刚才讲的，就是怎么都是治安，什么都是这样子的新闻啊、哦。那了解，我来找他们了解一下哦，看里面有什么运作上的一些环节，好吗？哦，不是，这明显非法违法嘛，这个还什么检讨的，就是违法，你就要去遏止这行为啊，你就要去查报，看是谁违法，你就要去查、啊。对，只要是哦，只要是违反规定哦，只要是违反规定，该处罚就要处罚了。哦，那么你们处罚了吗？一年50件。一年50件，一个礼拜才一件，所以我很痛心啊！很多家长跟我反映，为什么媒体都是警政机关？好，你有需求端，你供应端，你做一些管控，不是很好吗？你供应端如果完全配合需求端，那全国的新闻就是犯罪新闻。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我们定有侦查不公开的作业办法，还有侦办刑案的新闻处理要点。但这里面有一位是牵涉到案例教育、犯罪宣导或是澄清，这个你们要办过很多三次了。最近我们也密集的跟很多的实务单位、跟媒体朋友，我们定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已经研修过很多次了，这个办法快要出炉了。我们严格来规划。我上礼拜跟你讨论影音资料，这个礼拜又在我的车上在跑行程时又一直看。对，我们需要定一个办法出来做严格的规范，有关的资料、影音的保存管理的要点，这些规范，而且有奖惩的规定。如果是违反规定、违法的，依送法办；违反规定的，照章处分。啊，我们检察是怎么配合？那个，除了监看之外，还没有积极作为。这边如果是澄清的部分的话，那机关当然有义务要澄清。如果涉及到个案那个案件的内容的话，那秦和也看一个金帐子母亲，她要照顾她儿子，已经心力交瘁了，还要被逼的在媒体面前去帮她儿子道歉。部长，如果你是这个金帐子母亲，你的心情怎么样？都要用同理心来看待这一类的。那为什么影片会外流呢？我们刚刚署长也提到了，只要是违反规定的啊、哦，违反规定的，我们要。如果这事情不好好处理，我会告到监察院去。这正是这个问题啊，署长、局长，我不希望说在未来一个礼拜，这种影片还是层出不穷。那我还是会继续再回来，我会告到监察院去。好，谢谢。我们现在请陈其迈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保务部啊、哦，还有这个我的好朋友哈、哦，这个何启功和政次，还有那个警政署的陈国恩署长，来让部长休息一下。好，我也是对部长的尊重。嗯，好，那个我请教一下保务部哈、哦，我们今年呐、啊，这一个。明年度的这个预算编列在反毒预算的部分大概有多少？大概多少？哎、欸，这个时间要帮我扣掉啊！哎、欸，主席啊，主席啊！那个，我们等一下再先暂停一下。我们是总共编的，那个报告委员，我们是总共编的8000多万哈。那至于说整个的宣导的话，你少看那个零啦，8亿3898万，对不对？对，你编了8亿多啊。那我请教一下保部，我们主导整个反毒的一个政策，我们保部作为最重要的执行机关，那你告诉我美国这一个。这一个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哦、去年
他们在有关毒品管制计划，他们一年大概编列预算大概多少？鲍委员，那个这部分我们跟美国是不同。那另外有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反毒的预算，那我现在就是说联邦政府的预算了我们大概保护部大概有8亿3000多万嘛，那美国联邦政府大概编了多少预算？就你的理解嘛，因为你在104年6月15号当时所提的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方案里头就讲到预算的部分啊，那讲到说因为经费不稳定啊，所以地方政府在执行上有一些困难，然后工作又叠床架屋，没有办法掌握毒品问题的全貌啊，这个是你们在104年的报告里头所提的报告内容啊。是啊，所以我才在问你说，好啦，那你104年你当时说经费不足，所以我才问你经费的问题嘛，是对不对？你今年预算编列了8亿3898万啊。那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就中央政府的成绩大概一年多少？你总是告诉我一个数字啊？不然你怎么知道不足？鲍委员，我们是检讨我们国内是不足。另外啊，针对这部分你我们在国内检讨，你都不看国外？鲍委员，那个你都不知道其他国家编列在反毒预算多少啊？我们这样够不够？跟其他国家做国际比较，那到底够不够？你都不知道。鲍委员，我们是觉得是不够，所以我们的目前那我告诉你，我给你一张空白支票，你告诉我要给多少钱嘛？明年看后年怎么编啊？鲍委员，有关于这部分我们法务部已经向行政院提出，我们希望明年能够成立反毒的基金。你觉得说我们反毒工作那么重要，那我们要落实我们的反毒工作，我们一年的预算大概要多少才够嘛？你总是一个数字都，你总是要一个数字告诉我啊？在你的需求端。你告诉我一个数字啊，鲍委员，我们是希望那能够成立那个毒品相关的个基金应该是我心目中个人的意见，要修法，我们是希望的30亿以上。毒品防治条例要修法啊，那个基金规模大概要多少？我们目前是还没有特去整个相关部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希望能够的30亿以上。市长，我是很不满意，你到现在你还没有办法一个数字告诉我说你到底预算大概有多少，在几年内面对那么多刚刚很多委员同仁所提到的说这个资源不足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投注我们的一个预算，那你现在到底这个基金规模到底要多少，这个都搞不清楚啊。鲍委员，我们是希望能够在30亿元以上啊，30亿怎么来？那这一部分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各部现在在统计起来一年，我算一个数字给你听了好不好？美国这个联邦政府投注了350亿的改善计划，美国的人口大概3亿左右了，所以一个人平均反毒的预算，联邦政府的一个补助，大概每个人大概100块台币啦，简单讲是这样的。你现在8亿多，总共2320人，你这样平均去算，大概是34块啦，每个人啦，我现在就人口数这样跟他的预算规模来做比较，所以你说。要30几亿没有错了，大概是不是达到说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反毒预算，按照人口比例来算的一个规模啦，大概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第一点要告诉我们这个法务部的，就是说我们的预算确实是不足，那你要把预算赶快编列，对不对？所以你的法案你什么时候可以送到我们立法院来？这个防治基金相关设置的一个法源，在毒品。鲍委员，我们预计在这个月送行政院再次审查。好，所以你基金的一个规模，你要去做一些检讨了，好不好？是目前正在检讨。第二点，重点来了，我为什么找何局长把那张分工图秀一下。好，那个局长来，我罗列的这个8亿3000多万的一个预算，它的一个分配怎么执行嘛？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呢？各县市的毒品防治跟戒毒计划0.84元、然后毒品更生人的质询、这个戒瘾0.43亿元、毒品防治业务0.04亿元，就是说400万左右在做这个防治的业务、戒治所相关的预算跟烟毒犯尿液检验毒品戒治医疗等经费5.81亿元、那这个毒品资料库0.63亿，它的预算的分配是这样，那你大概心里有个印象。好啦，那我告诉你说美国它的一个预算怎么分配、它包括说容易取得这个包括鸦片类的处方，建立这个
心理卫生、药物滥用特别工作小组，增加社区警力的资金，偏远地区的健康方案，提供更多的心理服务、健康服务。那这个跟我们的预算就分配结构上有什么不一样？美国做的跟我们台湾做的有什么不一样？看起来美国是放在前端预防的部分多。啊是啊，所以保护部是预算的一个分配嘛，就反映你的一个理念嘛。你讲了那么多，哦，在去年你就讲了那么多，有什么有我无毒反毒总动员整个架构，包括行政院县市政府，你把你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投注在哪里？你都投注在整个，包括说整个乐界，整个包括整个治疗医疗啊，你是属于后端嘛，对不对？你从你看美国联邦政府，他的预算很清楚，他知道说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在我们这个何次长就很清楚啊，你反毒当然要投资在前端，包括教育嘛，不然你的小孩，假如收到一包糖果，你到底要不要吃呢？你们自己的报告啊。次长，你们去年自己的报告都讲到说年龄层下降，然后 Ketamine 三级毒品泛滥，对不对？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你不是说嘴巴我们在国会里头在讲说啊，我们就要宣导，就讲一句话，这样所有的事情就交差了事啊？宣导要花钱啊，我们的教育要花钱啊，我们心理智商要花钱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知道说什么叫毒品，它的管道是什么，你不能怎么样，那你要在前端。你要做好预防的工作嘛，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一个重点嘛，不是这样吗？是同不同意？我们从前端到后端呢，我想我们都必须要非常的一个重视。但是你的预算就你的预算结构就不一样啊，所以我在讲说你们整个资源的严重的一个错置嘛，报告讲得很好听，哦，然后所有的反毒方案包山包海什么都有，但是施政没有重点，你的资源配置就是不对啊，你要把你所有的资源。虽然在预算有限的一个情况，你要资源要做一个整体的分配嘛，所以我的结论啦，哈，是这个市长，哦，我作为执政党的这个立委啦，我是建议我们这个保护部，假如有30亿的这个防治金，你其实一年你到底要花多少钱？你的这个金额你至少要大幅度的提高反毒预算的一个规模，然后你的资源你要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分配嘛。哦，你看参考其他包括一些过去毒品泛滥的一些国家它的一个做法，你要把资源一大部分你必须把它分配到前端的一个这个毒品的一个预防里头，包括学校，包括我们社区警力，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啊在的毒品的一个防治的一个部分，你要把它这个降低需求端这个部分要加强嘛，好不好？是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啊，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请杨政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请内政部长跟警政署长。好，请部长跟署长。杨委员好。哎，部长好。部长，一个早上我想讨论非常多哈，大概都不外乎就是两块啦，一块从茶器。执法的这个部分，一块是从这一个社会结构，包含我们一直在统整的各部会的力量，啊，我想大概是从这两块。那当然每一块都有它不可偏废啦，我也非常赞成，就是说这两块必须要一起来做，这样才能够达到既预防啊，然后也能够有效的遏阻。我相信这个是大家共同的目标，也是共识啊。那但是在执法的部分有几点，我先来请教一下哈。最近闹得很凶的这个 W Hotel 这一件事情，那目前来讲，知不知道这个进度怎么样了？简单的讲就好，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啊。我想也必须了解，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是医院本身的一些资料啊，那也要从法律的角度再求证一下。没有关系，我想我的重点是在哪里哈？这一个当然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就是说对一些比较五星级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些这种营业场所，会给予适当的尊重跟隐私的照顾，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一个治外法权的借口啊。3年前就曾经有发生过，我记得当时也闹得蛮大的哈，也是 W Hotel 曾经有那一个房客出现问题，那消防人员要进去上去救助的时候，竟然被饭店悍然的拒绝去搭乘电梯啊。就导致这个整个拖延了很久，
结果后来那个我们消防单位也去告，也去告，结果地检署最后以查无实据之后就不予起诉。我记得这件事。那本席讲这件事的重点是哈，这一次在这个查缉的过程，我也看到说好像，我们警察同仁进去的时候，好像现场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是不是？因为这个，被害人他是下来搭计程车走到医院，先到国泰，后来到北荣，后来才死亡。所以那个时候报案的时候，我们去现场，现场那个都已经清理完毕。对，所以本身没有做现场勘查，因为现场都没有了，都清理完毕了嘛。清理完毕，他那个所以哦，床单什么这些。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不相信呐、啊，这个饭店的清洁人员进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的包装品，没有看到任何的遗留物。一个饭店被这样在房间里面，据说是三天 ，anyway， 三天也好，两天也好，一天也好，竟然会出现这样子大量使用某些特定的药品的时候，它势必现场一定会有遗留的东西。那么试问，当我们给这一些比较高级的饭店或这些一些比较大的宽容跟尊重的时候，那他们有尽到他们的职业或者商业的道德了吗？当他们的从业人员在清理的时候，他们有去要求他们的员工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反应吗？还是就视而不见？这个反而已经变成说，在这些有这个需求的人里面呢、啊，他已经口碑出来了，反正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护身符啊，反而是变成是你有需求你就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我要这里强调的是，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应该成为治外法权的一个地方，更不应该成为这些可能有非法事物滋生的一个温床。哦、所以如果说我们警政单位对于这些地方有相对的比较尊重或宽容的时候、哦、我也要求我们也要让他的这些从业人员遇到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不能都藏匿不报。部长这样合理吗？那应该要有一些应该有一些通报的一些责任。对啊、那如果以这个案例来讲他就完全没有通报了嘛。所以你等于你只有给他方便，但是他完全没有尊重执法的需求嘛。也没有尽到一个他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嘛，这样子是不对等的嘛，好不好？啊，这是本席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有明确的一个改进的做法，好不好？第二个就是说，我想了解一下哈，我最近也看到说，我们在警察这个部分哈，在酒驾跟毒品的使用上了哈，酒驾目前几乎看到的几乎全部抓到的大比例都是我们警界同仁呐、啊。哦、都是警界同仁，当然我们警察的同仁的人数也是各机关里面比较多的啦、哦、那目前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我们警察同仁使用毒品的这个记录？有吗？很少很少。那这个署长啊，这个酒驾毒品少但酒驾这么多啊，是工作样态还是说工作压力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呢？跟委员报告哈、警察站的公务员送全序部的惩戒资料里面，我们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人哈，那这里面，104、103年度大概总共有46个我们遗物惩戒，因为我们同仁只要有酒驾，我们全部遗物惩戒。好，没有关系。其他这个部分这样了，就抓我们同仁酒驾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部分会有这个数据。这个部分本席只是提醒了哈，对于同仁的这个部分，可能要去做适当的一个梳理。那我比较关心的是两岸共打的部分了哈。两岸共打的部分，在520之后，其实事实上在早几年、啊、因为两岸有一个司法应该是共打的这一个协议，所以都有不错的成果，也破获过很多大型的案件。那520之后这一块已经几乎停摆了。从相关的这一些来看，目前邱泰山部长也说520到现在两岸对于工作会晤、人员互访、业务培训这些交流都没有成型了。那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资料来源，我国各类毒品的主要来源地主要是中国大陆跟香港，那么最主要的来源地，我们现在跟他断了这一个合作，也不能说断了，暂时就是停顿了。那么这个对我们来源的管控，除了在边境加强之外，对来源的管控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跟做法？其实两岸共打的这个协议，那么最近我们还是持续在做有情资的交换，我们这边有情资，他会破获，他那边情资交给我们破获，那个案的侦办也在继续进行。那署长，你觉得目前520之后的态势，对于我们在毒品来源查缉以及这些具体的这些防治毒品的作为上面，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喽？
这个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努力，能够强化合作。那署长，你觉得有没有影响？还是有了哈、哦，还是有了。那而且今天本席不是随便抓一个地方来说就有影响，关键是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毒品来源地啊。啊，就像我们刚才在讲的，我们是从多个管道，包含社会结构，但是来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如果这个源头你不能管控的话，那就会非常的麻烦。特别本席哈、哦、是来自金门呐、啊，金门这几年哈、啊、也大量的攀升呐、啊，啊，甚至是很担心说，由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像金门哈、哦，因为有小三通，所以也很容易成为一个流入台湾的一个入口。最近哈、哦。这个整个发生的频率，甚至到每月十余次的这样的一个高频率啊，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所以部长本席也要提醒，就是说，这个哈、哦、的的确确在金门因为边境的问题，所以也不是靠警政署一家，包含海关，包含海岸巡，这个必须有效的防治。早上我相信很多同仁也都在提到哈、哦，这个除罪化的问题。哦，那我无意在这个除罪化的定义上来多所琢磨，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什么？国情毕竟有所不同，啊、哦，国情毕竟有所不同。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呐、啊，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在三级毒品里面。那没有错，事先的预防当然很重要。那在进入矫正机构之前的一些乐戒也很重要。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行政部门，他一直给社会透露的讯息是朝向，不管他是不是误解哦。不管他是不是误解，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完整的听部长有关除罪化这三个字的论述。可是万一社会的氛围给这些年轻人一个错觉，觉得国家的政策走向对三级毒品是相对宽容的，那么他取得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之后，坦白讲，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他对这一个东西他完全没有戒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是国家给他提供了一个资深的温床。所以我劝部长要三思，有些事情全面性、组织性、统合性的来做，但是千万不要造成一个错觉，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特别青少年朋友的判断力相对不成熟，不要让他产生一个错觉，觉得说啊，国家现在哦，咱这个哦，没什么要紧的，你让他产生这个错觉，没有人能够听你在那边说理说啊，除罪化真正定义是什么，而且容易取得，在同侪之间又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罪恶。那么你花费再大的力气，其实都不会有用，只会累死警察机关，好不好？不是除罪化了，是强化关怀、强化协助了。我知道，我现在要表达重点，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好，谢谢。好，谢谢。我先处理一下时间哈，我们就到吴启明委员咨询完告一段落，好，告一段落。那至于是整个今天结束还是怎么样，我们就吴启明委员处理完再说哈。我们先请黄国昌委员咨询。哎，谢谢主席。麻烦有请警政署陈署长、教育部蔡政务次长，还有就这两位就可以了。好，请。哎，喂，好，两位好。我几年前在当学者的时候，有一次我到法服基金会要审一个案子，碰到一位检察官了。在开始审案以前呢、啊，他忧心忡忡的聊到说，我们青少年毒品的事情如果再不解决的话，接下来真的是动摇国本，那整个国家接下来会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今天那位检察官也在做，就是法务部检察司的余副司长，我那时候跟他一起审案的时候，听到一个检察官这么关心这件事情，我自己非常的感动。我想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官务署然后调查局，大家在缉毒的表现非常的积极，那也有具体的成效，我个人是予以肯定的。我向来的态度就是在立法院进行监督，那对于行政部门做好的事情呢，必须要给予赞扬。那我观察法务部啊，整个毒品防治的预算呢、啊、是年年的提高，但是我在另外一方面啊，看到就警政署啊反毒的经费啊，就是年年啊的下降。我大概整理出来啊，就是从4200万，2012年降到3900万，到20142900万，到20152400万，到20161600万。
这样的数字啊降下来啊，署长，你们警政署的反毒的经费到底够不够用？是，跟黄委员报告，就是这主要经费在做尿液的采验呢。那尿液采验最近的那个每一个案的价格是降低的，所以这个案，所以你们警政署在反毒，绝大多数的经费都是在尿液采验，对对，还有一部分是侦查用的那个器材啊，所以那这个年度里面是比去上个年度有加一点的。那就有关于毒品的查缉呢，这个没有另外编预算，就直接在本来一般的警务预算当中，是不是？对，我们所有警务预算里面就是人员的费用，还有办案的费用，还有一些设备的费用，这设备费用各警察机关都有编列。那警政署的部分是主要编在刑事警察局的验尿跟一些装备的采购。没有，因为我看你们的预算哦，每年下降，我蛮帮你们担心的，就你们钱到底够不够用。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啊，又看到了你们的执行率啊，老实讲，实在是不高了，所以这也会导致每年预算啊不断下降啊，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那不过我接下来的要看的是说啊，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查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刑罚数跟行政罚数啊，事实上整个查缉的总人数事实上并没有降低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查到的人反而会比较多了。那因此，我对于警政署在这方面的表现，我个人是赞同的。那不过，我现在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呢，是说我们就未成年的部分呢，在2015年就违反刑罚的部分，12岁到18岁有1900多个人。然后就行政罚的部分啊，有2500多个人，跟2014年的数字比起来啊，是不降反升啊。来，请教育部，我上一次质询你们的时候啊，我大概在3次的委员会，我针对你们现在在推行的纸醉花的运动，是我进行了深度的质询啊。但是你们接下来交给我的报告啊，让我非常的失望啊，因为你们在成效的评估上告诉我说，有多少人听过纸锥花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然后去办一些所谓的法律常识测试、有奖征答？你们具体在评估这个纸锥花的整个计划的时候，你那个成效的评估，用这些形式的数字来当作评估的基准，次长，你觉得这样妥当吗？确实，跟委员报告，嘿，那个只是成效之一啦，那应该是。你具体的成效在哪里？你在书面报告里面我完全没看到啊。是是。更离谱的事情是，你们今年就有关于纸锥花校园反毒预算的宣导，我上次质询的时候问部长，为什么超去年的预算书，数字一模一样，内容也一模一样，都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然后上次部长答应我说要把报告交来给我看，说你们还有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不好意思哦，3个礼拜过去了，我报告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教育部打算什么时候交出来？这一部分什么时候？我们一周内。你们部长在委员会里面答应的事情可以用混的、哦。好，各位委员报告，我们一周内一定交。你们一周内哦，把第一个。我要书面完整的解释跟说明，是为什么今年的预算书竟然是照抄去年的，理由在哪里？是去年成效太好了，所以就完全按照这个基准消规潮水继续做下去，还是根本没有认真的在评估，就随便编一编？我刚刚特别提到了，我一方面在赞许整个警政署他们查获的数量，在去年的时候，虽然预算数不断的降低，他们该查都还是有查。市长你自己看一看，12岁到18岁人被查获人数的比例啊，事实上比2014年是高很多。那你们推动整个计划，实际上面的成效在哪里？我希望你们在推动哈这些计划的时候，真的去看一看。人家国外上面实际有的经验，这个是联合国他们世界卫生组织他直接给的政策建议。不好意思主席，我20秒把话讲完就好。他直接给的政策建议，他的政策建议是什么？你那种由上而下式的演讲式的教学式的那种由上而下式的那种方式，校园的方式早就过时了啦，绝对没有用的啦。那你如果只是喊一些口号，说是为爱要反毒，向毒品说不，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很清楚的跟大家讲，从各国的经验来看，通通都没有用啊。是，真的有用的是实际的参与、实际的互动，让甚至让学生在里面扮演很积极的角色。是，但是你回去看你们的纸锥花的计划，你们纸锥花的计划还是在做什么？还是在做由上而下式的宣导、宣传？那这样子的计划一年一年编下去，这个钱该花，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支持。但是你们钱不能够这样子花、啊。对于过去做的事情有成效没有成效，没有仔细的评估，连预算书都在抄去年的。你们在毒品校园防治的校园毒品防治上面要有新的气象跟作为，让大家可以期待，好不好？是 ，OK， 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最后请吴清明委员质询。主席，我请我们的叶部长以及我们的陈署长，以及教育部的次长蔡次长，委员好。华务部的张次长，部长好，部长，大家都共同的关心哈毒品的危害，因为。在去不分哈蓝绿各党，大家都是关心这个毒品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尤其是校园。因为本身嘛真清楚，部长嘛是非常要甲上毒品这个部分，要安那来吼来向毒品宣战。但是咱即马拢会当看到讲吼很明确的数据，尤其咱的青少年哈，这个毒品哈诶数据一直上升，所以讲伫这个部分。那么很清楚，咱警政署所承受的压力也非常的大，所以咱要安那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哦，要将咱的毒品会当讲吼来个消除，吼、哦，尤其部长你早上你的吼专题报告内底嘛所讲，包括讲咱的印度制毒，包括拍卖，吼、哦，要来加重，要安那来取缔，但是本身还忧郁的是咱的三级毒品，因为安慰他命。现在是变成校园的泛滥，整个社会哈对安慰他命的行政法造成民众非常的不安，因为大家拢了解，整个社会动乱，这个有毒品的家庭是一个家庭都乱，对整个社会危害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讲伫这个三级毒品这个部分。会知我看真侪委员，大家拢是共同要来将三级毒品伊个刑责来个提高，因为采用20公克，行政法1万至5万，大家不痛不痒，会造成真侪小朋友伊个家长会来负担，真侪小朋友伊根本伊都袂因为讲即个行政法而来退缩，而来拒绝，所以讲伫即个部分。我嘛要拜托咱的部长，是毋是讲针对三级毒品这个部分，咱会当讲来加强，来个提高伊的刑责，伫这个部分，我请问部长你的看法咧？我现主席对三级吼毒品吼，那阵20公克以下，目前的做法是一年啊，不1万到5万中间的罚款，啊，另外就是4点钟到8点钟中间的讲习啦吼，够一个讲习啦，吼，啊，你是不是有够吼？这当然，咱会当来讨论吼。啊，但是咱即马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即马拄到即个三级的即个毒品哦。啊，那阵厝的内底有发现讲，伊的囡仔老染毒的时阵，啊，变作较紧来和大家来个合作，来个关怀，吼、哦。啊，卖讲家己一个点咩啊，唔敢互人知，啊，去面对即个。足痛苦的问题，哦，啊，所以家庭爱较早知影，社区爱较早来帮衬，哦，这中间有足侪工课爱做，啊，当然我嘛感觉讲，是不是加强伊的责任感，哦，加强讲伊啊，准今日有这个毒品，哦，啊，要安怎可以加强伊家己本身会当面对问题，哦，啊，我是
这个尊重委员的看法，是咪讲？是咪讲？要来建议吼，啊加强伊个制裁，加强啥物吼？这种会当讨论啊。但是重点就是讲，卖干那是干那制裁，吼、哦，干那制裁愈该逼个，唔敢互人知。吼、哦，啊，咱这款毒品吼、哦，三级的吼，较早知影，较早面对，吼、哦，啊，安尼，吼，该协助的，该监督的，吼、哦，啊，会当较早的会当介入。啊、所以那尊公一里用迄款，强制制裁啊，提高罚则迄款方式，你只是予遮个人愈闭个角落，唔敢面对，吼、哦、啊，所以咱嘛爱去考虑这方面心理的问题，吼、哦、啊，咱对这个毒品的问题，咱政府爱有一个较全面的一个看法，吼、哦。部长，因为吼，针对讲吼，咱。毕竟吼，部长，你对你的学识，咱拢吼，拢是非常肯定。但是吼，咱伫社会上吼，很多社会上的问题，为哪伫社会上的问题，你看袂到。包括一早咱的陈明文，咱的委员所讲的，真侪吸毒的人，因为拢是社会边缘人，伊吸毒了后咧，无钱好买毒，毋是偷，就是抢，搁再来咧，就是变药头。啊，所以讲。你讲这个行政化对他们来讲是不痛不痒，有真侪你搁看者图片，我讲吼真个，吼自己的社区自己救，真侪社区拢是吃安慰他们，所以我即摆请法务部副处长起来，真侪咱的警察的无奈是安那无奈，要申请搜索票，那讲要了安慰他们申请搜索票拢无好请，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咱的法务部一定要严厉，因为咱个。跨部会甲咱警政署都是同一战线，咱是要共同打击这个毒品，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咱的法务部一定要甲咱的警政署这边配合。其实咱的法务部讲反毒经费，包括拄只陈其迈咧问，咱的反毒经费8亿多，警政署才几千万。其实所有的宣导拢是咱警政署伫咱的校园做宣导，这个经费反而警政署要来提高。包括咱的教育部处长，咱的学校要安怎来建制这个反毒，会当来吓阻咱的学生去吸毒。包括讲咱的包括咱的辅导室，咱的辅导室人员不够啊，可以借重于警察的专业，来成立一个专责单位，每一个学校就也不用再找警察，就直接到各班去上课。很了解讲整个毒品的危害的严重性，这个是未来咱爱做的啊，并不是讲咱去讨理论，但是你要实际了解讲在地方上，伫社会的问题要安怎来解决。所以讲吼，这个是部长、甲咱在处长、咱的处长，大家共同跨部会要安怎来研究，要安怎来解决这个毒品。整个毒品是社会危害是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吼、哦，请咱各单位一定要注重，吼、哦，一定要来研究，吼、哦，要有配套，吼、哦，配套措施，吼、哦，至于讲伫经费部分，咱一定要用伫咱的宣导，吼、哦，用伫咱的防毒。所以伫防毒的工课非常重要，尤其是要按校园来做起，吼、哦，所以讲伫这个部分，吼、哦，咱的各单位一定要注重，吼、哦，好，感谢。多谢委员。好，谢谢。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这个询答先暂时到这边。那我们另外还没有询答到，我们择期再进行。那今天因为人数关系，也不处理临时提案哈。那这个啊、但是中嘉宾委员的提案，我们请会务人员带回给我们卫福部哈和次长带回去参考哈。那这个请重视屏东医院的这个3、4级毒品戒治问题。那我们要继续那个好，上面也要对不对？好，那委员徐正惠、洪忠义、王玉敏、李彦秀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书面答复。那我们另定期继续询答。然后我刚刚跟陈昌明招委有商量过哈，他希望早点开始，所以下午2点继续开会。
那个。